好，好人好事，好人好事开始，开始啦。咁啊，咁啊，今晚主题乜嘢啊？今晚主题咧，支持 A 版一国两制成功落实。呢个好深奥噶。点解我封佢呢个？而家佢呢个政改改到咁嘅环境啊，同埋纠正咧，系我好多年前希望香港咁做。就是你回歸前嗰班唔家產草委會啊，嗰啲撚樣，李柱銘之流唔知搞乜撚嘢，你做搞撚到咁撚樣咧，就冇交嗌噶啦。所以嗰陣時我屌你搞撚多做咩？搞委任，算撚數。而家佢都係煩噶，但佢煩之中咧，就叫做話你冇撚理由話你香港，我共產黨中央共產黨中共中央委員會。七常委咧委任個特首，委任曬立法會好撚肉酸噶嘛。又唔係幾好嘅，所以又將佢國內嗰套人大議會制度啲嘢咧就搬咗嚟，所以加多一嚿嘢叫嗰個審查嘅資格委員會。你入唔到嗰度，你出唔到閘。咁呢次唔會揀撚錯人啦啩，咁大家咪放長雙眼睇下咯。咁啊，將嗰啲淤血嘅土共啊，嗰啲工聯會啊，冚唪縮細咯，得二十席直選，咁民主派一樣出去選噶。嗰啲和理非非，咁你嗰啲工聯會嗰啲咪打交咯要，又新民黨又經民聯啊，又唔知咩自由黨啊。有嗰啲咁嘅工聯會啊、民建聯啊，咁屌咪得十席八席嘅啫嘛，你哋分咯，洗牌啊！我絕對支持，但仲有遺憾咧，就係仲有糧出呢班友，應該冇糧出咧就係啱曬我心水啦。咁雞飛狗走啊嗰陣？唔會點樣？你冇糧出我都要做啦，即係為人民服務啊嘛，好撚光明啊，大佬，唔使俾人講話自己走去撈油水啊嘛，你揾到錢。有成就有能力的回輸社會服務國家咯，為人民服務嘛正式。你記住喎，我哋共產黨個招牌係為人民服務喎，而家俾你為人民服務喎，仲唔偉大啊？有機會俾你個平台，冇交冇交嗌，咁我佢哋出咗糧，我可以捐翻曬錢出嚟噶，市民歡迎嘅，你捐錢啊嘛？直接過數啦，捐。唉，唔係啊，我哋支持噶，點樣叫 A 版咧？就不是話你嗰、那個假貨 A 喎，呢、這個我真係封佢 A 版，鬼佬嗰啲係 B 版。你睇下美國嗰民主大阿哥嘅 B 版啦，屌你有冇總統，屌你有冇做假票都當係，跟住俾人做假票嗰、那個真係報案都唔撚接受，屌你乜咪 B 喺度震啦，所以你唔好怪中國共產黨話佢係制度至上。冇交嗌，一開會2800多票全部通過。香港修改嗰、那個政改乜乜乜乜，又係全部通過，一張棄權票都冇。冇反對票。冇反對票，絕對冇添啦。嗱，呢個咪 A 版嘅表現啦。嗱，讚你共產黨，呢、這個我幾廿年前嘅理想嚟嘅。中國人嘅社會唔肯搞得呢啲民主黨嘅，搞嗰啲而家踎緊緊監啦。我叫人冇得搞嘛，所以今晚咧就擺翻個七年前我嘅預言嚇、啊、預測將來嘅結局咧。今晚大家喺我嘅現場咧，大家中意你聽多一次，聽完咧你出嚟撈世界咧，包你醒目。呢個係我哋嘅功夫嚟嘅，唔係亂插亂噏嘅，係根據我哋佛學嘅緣起學。看到眼前的事，知道共產黨的心水，知道現在出來搞民主派的人心水，知道這碗飯哪些人想埋去埋位想吃這碗飯的心水，那就可以計到出來的了嘛。個兩個都不誠實，那現在就是一個不誠實的結局。香港搞到今時今日就是個個都不誠實，共產黨不誠實，特區政府官員首長不誠實，
做政棍啲唔肯誠實，連啲大律師本身自己都唔肯誠實啊嘛！屌乜你李柱銘係有名嘅大律師嚟噶？你點樣用基本法去坐委員會啊？你起啲乜撚嘢出嚟啊？起到甩頭甩骨，係咪唔誠實啊？得噶啦，過住先啦。咁屌你老母咩？過住先，過住先咪有啲咁嘅手尾啦。明白未啊？點解我哋咁撚強調要鄧小平，要支持鄧小平咧？實事求是，有錯要認，打下企定。你老母閃身射波，邊一個唔識啊？水鬼啊，星城王三板啊，衝炮艇。屌你老母，揈兩支旗嗌口號，有人話你係民主鬥士，屌你啦！民主鬥士鬥咩？鬥條毛啊！雞飛狗走啦！而家收攬曬台灣，屌你老母！等第二鍋走佬啊！嗰班友知唔知啊？第二鍋走佬，而家香港走台灣嘛？係啊，好撚快走第二鋪㗎啦！無撚端端坐咗人球啊！嚇、啊！走嚟吉落吉亞啦！我有能力招呼你，兩餐一蘇，啱嘛？睇到噶，我哋大家陣間聽翻我七年前嘅講話喺個節目。但係出面就話醫院選舉喎。睇睇。撥亂反正呢、這個叫做。大家要用翻佢哋嗰啲香港嘅土共講啦，撥亂反正。我覺得佢唔夠正，有糧出。等佢整一檔嘅架構喺度選選下咧，有個遊戲俾你睇啊！聽日出選選特首啦，選議會啦，有嘢播出嚟俾啲國內嘅人民睇，又播翻俾世界啲人睇，有得選嘅。呢種咧屬於伊朗嘅鐵籠民主，有排頭噶，又叫 A 版民主，冇交嗌嘅，你想爭位都冇得爭嘅，中票中唔到嘅呢啲，鬼人，中票中唔到唔使做，你入撚到閘咧先再講嘢，係咪好啊？好啦。點解啲鬼佬又話北京違反承諾咧？呢、這個英國外交部長要屌佢啊！咁你英國佬有咩承諾係遵守過啊？屌你乜！原本香港嗰扎友咧就個個揸英國護照嘅，要收撚翻變撚翻 BMO， 係嘛？你咁撚夠吉屎，英國佬一回歸前啦，啊全部香港出世嘅人而家直接係英籍啦，你哋走去英國移民啦，即刻可以。你講乜撚嘢鬼佬？啲鬼佬講嘢你唔撚信啊！真係信一成你都雙目失明啊！呢、這個世界冇人信得過嘅，共產黨又唔肯佢信。喺我個個人立場啊！我玩幾十年政治國際，我冇人信嘅，冇埋堆嘅。點解唔埋堆呢？就唔埋堆你就唔使死。譬如你翻中國，你埋邊個堆先？一埋你一堆，一鬥爭，我屌你乜你筆都冇啊！埋撚咗劉少奇堆，你咪冚家產咯。明唔明啊？千祈唔好撚埋堆，如果你搞政治，冇人話啊，好似點咧？黑社會古惑仔走攬啊！呢期點樣冧把好世界啊？揾個大佬跟冧把有嘢撈，我呢期老身好世界揾又過底，屌你乜都仲可以啊！如果你政治度亂插走攬埋堆，你會死嘅，知唔知啊？好啦，你唔埋錯堆，埋撚正堆咧，你都死喎，輪流死嘅喎。大家工聯會嗰啲啊，中心啦，變咗啲廢物，廢物咧要死喎、哦。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中國文化咧，歷代啊，當權者永遠唔撚錯嘅，所以佢養住好撚多啲咁嘅殘臣喺度咧，就輪流拎佢斬頭，俾人入數啊嘛，一衰撚咗，皇帝點錯得啊？
嚇、啊，有啲精嘅自己跳出嚟同皇帝攬，咁啊哦，咁啊呃你文正公啦，咁啊俾個死後嘅封號你，嗰叫好撚彩噶啦，都要死咩？唔使豬狗族要死，要死。赐白绫俾你自杀，一整杯毒酒嚟饮，你谢主隆恩；俾杯酒你饮啊，你仲要谢主隆恩啊！冇抄你家，嗰游戏系咁嘅，排队死，一错亲咧就坐过死。皇帝有权力嘅唔错得嘅，而家咪烧捻到嗰啲建制派，得唔得？呢、这個就係中華民族嘅文化遊戲規則啦，政治。你幾時見共產黨話錯過？聽過未啊？冇。嚇？未，從來都未。咁你聽緊個皇帝話錯過未啊？中國啲皇帝個個朝代冇錯。梗係冇錯。嗱，呢個就係中華文化特色啦。咪你班咁嘅濕鳩讀書仔，屌你老母閪，身為大學士，你老母閪快睇英國歷史，唔肯睇中國歷史。有排你坐啊，坐監，屌你老母，你真係傻傻地嘅。我哋幾十年可以屌你咩？國共兩黨美蘇走攬冇事就我乜都唔肯屌，冇撚搞啊！我穩陣啲，梗係穩陣啦。咁啊，呢個我咧有條件喎。咁我哋有兩個錢扎袋咪得咯，同埋你唔好貪啲位。坐得好耐咩？咩連美國揾我做喎、啊？太區啊，而家我都未解除身份。亞太區農工經濟環保委員會創會成員，我都唔肯用啊！我黨，我到我有某朝一日，我邊個邊檔嘢老撚土啊？嗰啲公司污染人啊，我咪寫封信害塵你啦！我得幫你唔到富貴，啊嗯整得你閉藝，我哋冇閉藝，咁我投訴梗係有我自己渠道投訴害鳩你噶嘛。但我乜嘢利益咧都唔得，唔係話你香港嗰啲搞環保啫，唔家產，自己啊就咁樣用個環保嘅名啫，踢開人牆，跟住啊自己即係做啲顧問委員會，就收人哋執嚟做，收撚到你啲執幫襯我，我就唔撚反對你，如果唔係點解煽動班友走去又反對乜反對物？屌老母，做埋衰嘢，我哋唔做嘅。我哋能夠咁撚硬淨咧，唔做。唔係你唔口響噶嘛，知唔知啊？唔係你串唔起噶喎。所以我哋後生劇水光明正大，劇水啊代表老細，江湖規矩啊，你講蛇咬喎。係啊，你要食得鹹魚仔，我驚咩啊？ICAC 有人問過我㗎，我屌你唔使問㗎啦，我無警劇水，你夠證據叉住我啦，屌你！無警啊，佢無邊個警？俾我無幾個探長名警啦，屌你！噏得人噏咯，夠料你咪叉住我咯，我又唔會親身去收嘅。你告我無警，屌咩？警方告我㗎嘛，關你 ICAC 撚事咩？無警啱啱係咪啊？屌你殺人氣！啊！都唔撚同格事，我哋後生好撚串噶。講一件笑話，我俾人打撚錯兩個夥計，一個沙箭，一個腰仔。我當撚咗佢老亂噶，喺海防度趁佢即刻上槍。佢唔係啊，唔係啊，大佬，你有個車牌抽好告票冇我哋。屌你老母！我哋早速聲啦，伙計，我當你老母嗌街記啊，揼你老母臭閪喎！哇，後屘佢翻去同嗰啲兄弟講，哇！屌你老母，阿邊個條嗰個馬仔幾撚惡啊！屌你老母臭閪，以為我哋嗌記，屌我開拖喺度啊！你咪仲要聽撚埋啊？因為海防我封你街頭街尾啊嘛，知唔知啊？我有人喺度噶嘛？係便裝軍裝啊！便裝。軍裝啊，梗係唔會咁撚樣啦！我理鳩你係冇炮啦，屌你老母閪，炮搶得埋你啊！知唔知啊？好撚串啊！嗰次，但嗰次好撚響躲嘅，哇！屌你咪嗰個我哋個兄弟嗰啲馬仔幾撚夠僵喎！屌一聽見如果係挨嘅啄塵嗰啲，屌你老母咁都得啊！佢，屌你有冇使度鏡嘅嘥人氣？
你行得出嚟就唔使驚啦，冇得亦都冇得驚，冇得驚，冇驚，驚解決唔到問題。所以時香港咧好多呢啲咁嘅人物嘅，包括國民黨啦，包括共產黨啦，包括英國啦、美國啦，好多嘅。咁佢呢個香港咧一個間諜嘅城市嚟嘅，所以咁多領事館咯，各出其謀咯。所以嗰陣時嗰啲國際嘅追殺令咧，唔到香港噶，唔俾入嚟香港搞事。英國人係保護得幾好，即係落咗個密令啊，即係你有咩嘈咧，唔可以入嚟香港，驚破壞咗個城市嘅形象啊！哇！琴晚有槍殺案啊，掠低呢度有。所以嗰陣時喺亞洲嗰啲幫會嘈吵啊，國際有啲人咧。就偷走嚟香港咧，就避風頭嘅，安全有英國人，有英女王保護，有密令啊，即係有007嗰啲密令。講開007，你有首詩。誒、哎，大貓醒目喎、啊！我係今晚有首詩貼出嚟，就關於007嘅。007都好似拍咗20多套啊！唔知啦，廿幾套。拍幾套？咁咧喺套電影咧有一集，我記憶中嚇，係好多人冇留心嘅。軍情處嗰個 MI6 嘅情報局長咧，就俾人踩啊！嗰叫天網咩空啊？嗰叫天網追空啊？咁啊，窒佢嗰個內政部長，屌你當嘢收工啦！而家都咩年代啊？嗰四五十年代戰前嗰啲咁嘅，仲用啲咁嘅間諜嘅組織，屌你走去做工作，唔撚約嘅喎，咁樣樣開咗個聽證會。咁嗰個阿姐，你記唔記得007有個阿姐㗎？嗰個姐咧，嗰集佢死㗎嚇。就嗰集佢死嘅，佢臨到喺聽證嗰時講，話我老公咧成日練咗一首詩，咁佢練咗幾句嘅啫，練咗幾句，係啊 ，We are not loud yet trees, it is old days both earth and heaven。佢練咗幾句嘅啫，咁我。講個中文先，因為呢一句咧，佢原首嘅詩咧比較長啲，就我讀出嚟，叫啲揾咗個加拿大個學生。佢嘅中文咧就話：昔日開天闢地，如今英勇不在；至落至如斯田地，過去雄心壯志，已被歲月磨平。雖則勇志猶在，拼搏上下求索。並不放棄，但我係抽咗最精華嗰幾句喺嗰個聽證會度讀出嚟。呢個 MI6 嘅軍情局嘅局長，大家睇電影睇到嘅，就呢一集咧佢死嘅。咁你抄翻佢個原版嗰首詩，啊 B 王播一播，咁你播翻出嚟俾佢聽，有埋呢個原詩嘅版本。好啦，呢首詩嘅作用係乜嘢咧？即係話喺世界上佢做軍情局，佢係。一個情報特務機關組織，但呢班人咧全部無名英雄嚟嘅，全部為國家犧牲，搏曬命嘅，打開曬成個國運，好多嘢靠佢哋去運作，即係話佢喺黑暗中喺陰暗嘅地方做工作，係佢完成一種光明嘅任務嘅，為個國家追求光明啊嘛。你咁多敵人嘛，係咪啊？犧牲咗冇破土嘅大佬，冇名冇姓，死都冇人知啊！時你用嗰個都係假名嚟噶嘛，啱唔啱？肯定啊！同埋呢啲亞萬精英嚟嘅，所以佢咧就今時今日，我阿姐俾人踩，屌你有冇開聽證會話我哋當嘢廢嘅？咁咧好撚惆悵，咁咧就念咗幾句詩。就喺007電影入邊，咁我當時咧
有啲感同身受。我哋當年同大老頭後生真係做好多工作，不足為我人道，即係為咗社會嘅穩定做好多工作。一個城市穩定唔容易㗎，好多人入嚟揾食㗎嘛，有好多過江龍入嚟揾食㗎嘛，知唔知啊？好多嘅好撚複雜嘅社會，但我哋又係寂寂無名。咁所以聽阿姐講呢幾句詩咧，我哋都感觸，咁啊寫低，咁啊記咗落嚟，咁啊今晚咧播俾大家分享下。Though much is taken, much abides, and though we are not now that strength which in old days moved earth and heaven, that which we are, one equal temper of heroic hearts, made weak by time and fate.But strong in will to strive, to seek,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 即係比過去到而家呢個時代，好多人物，包括中國共產黨、國民黨，佢大家都為個理想去奮鬥過。你唔好講政治立場先，嗰種精神啊，係嘛？你唔好將佢擺落政治立場咧，撲街啦！你諗下政治咧，永遠都拗唔撚到尾嘅。特別而家西方世界嗰班白左膠，審撚死官嘅。點解話而家我咁撚憎嗰啲西方世界嗰啲左膠咧？屌你阿媽，佢就搞個新疆棉，亂插噏。喂，大佬！屌你！你嗰班撚樣走幾件嗰啲咁嘅恐怖分子，我哋去撚個新疆啦，最撚危險地方喀薩，我都有事去撚過嘅。你有冇去啊？我全部去啊！你就係、我想去，原本阿 Sir 你就勸我唔好去嘅，因為話啲我驚有咩事咁屌你，我孭唔起㗎，大佬唔知邊個跟我去啊嗰次，去喀薩邊個跟我去？我唔記得喎。我仲去嗰、那個。market 嗰個大嘅市集咧，哇，好靚嗰啲，保持得佢哋嗰啲市集，好乾淨。企喺新疆喺喀薩市，最多暗殺嗰度，因為佢有人出嗰花紅，喺海外有啲人一皮嘢美金，你只要攞一個漢人嘅命啊，一萬蚊美金，一幾萬蚊啫，佢有花紅出咗暗花，只要你有人殺一個漢人，就有一皮嘢美金。咁你真係好撚危險啊，大佬，係咪啊？所以嗰陣時我去到咧，政府都唔俾我周圍行，夜晚唔俾我出街啊。嗯。佢冇啦，郭先生，我哋保護你唔到，我屌你乜唔係話保護唔到？佢保護唔到咧，我哋日頭已經好撚多人噶啦。我見唔到嘅，佢哋見唔到嘅，我哋好撚多人，屌你啊！咩佢哋夜晚就更加唔撚掂啊！我哋咩未飛咁啫，咁啊搞唔俾我出街幾日喺新疆，但係偷我周圍去啦。好啦，咁你嗰班鬼佬歐洲美國嗰啲咁嘅左膠，靠幾個嗰啲懷疑嘅恐怖分子啊，掟炸彈入乜走咗出嚟嘅人，走去俾份口供，咁啊話鳩換眼講乜乜乜乜。嗰班左膠就屌你乜自己人唔去睇喎，咩唔俾佢啫？而家屌人哋外交部成日歡迎你組團嚟參觀噶嘛，佢哋唔去啫嘛，係咪啊？嗱，新疆嗱，你老實講，共產黨做嘢啲幹部咧係鬧哨嘅嚇，鬧哨嘅。但我願意咧，你全世界咧都要改，都有做嗰個思想工作噶啦。美國唔撚做咩？你我考下你哋啊！你哋邊撚過去過關塔那摩嗰個監獄啊？古巴喎、邊個去過？去睇過去過未啊？邊個去過先？你香港人冇講唔撚多口水。邊個仔喺越南嗰個監倉啊？有冇人去過新加坡啲監倉探過啊？有冇人去過緬甸啲監獄探過啊？
你有冇去過馬來西亞啲監房探過？講唔撚到口水。好啦，你講政治犯，你去過關塔那摩咩？政治犯有成過千人踎喺度㗎。喺度。喺度。未審噶，無了期扣押噶，可以知唔知啊？佢嗰個社會，佢有規矩嘅，即係等於我哋去到回教國家，我都唔敢飲酒，大佬，我喺回教國家，有人偷偷地俾酒我飲，喂，唔好撚搞啦，多謝。佢唔怕你啊，郭先生，屌你嚟到我哋唔撚怕，我屌你乜你話唔怕啫？有咩事嗰陣點算？有人篤背脊噶嘛，驚，知唔知啊？我哋一定守噶，呢啲搏唔撚過嘅。你咪叻唔切，就係同法律作對。一處鄉村處例啊，唔可以同法律作對。呢個我哋走碼頭嘅江湖規矩嚟。好話到我要同法律作對嗰一刻嘅話咧。就要佈置個好撚靚嘅局噶啦，即係好似捉棋咁喺廟街擺殘局噶啦。要嗰陣時啊，連政府旁觀者行埋都呃撚曬嘅嗰個靚局，因為你就冇撚走學人犯法，唔係話學你班嘅大律師而家拋撚緊嗰班啊！屌你有冇你身為大律師啊，大佬今日判撚咗狂逼咗啦，罪名成立啦，非法集結。呢官司有得打咩？有法律規定你去上街遊行要申請 permit 噶嘛？屌你老母，地點做大狀啊！你自己去死好啦，仲叫盲去死？你一同法律作對喎，而家邊有我揸莊啊？有理想，理想達撚曬啊！我個有理想啦，你多撚過我啊啲理想！我嘅理想一晚做咗七條女，車輛戰有冇啊？嘥撚氣，屌你老母你真係，係咪啊？使唔使我咁勞碌啊？佢喐啫嘛，我唔使喐噶嘛，使我勞碌啫？因為多撚餘噶嘛，點解你生埋大律師幾個咁家產？你處命之流，今日釘嗰扎唔可以之流，你身為大狀喎。法律明明規撚定嘅喎，遊行示威要攞拉審嘅喎，啊！你咩特權啊？啲多撚魚嘅，喺法律上咧絕對唔能夠同情。好啦，你話喺私人底下佢哋嘅行為咧，我哋話你戇撚鳩嘅，你都唔撚知共產黨玩邊科？你都冇撚分撚清楚，你嘅對手啊，係可以去撚到邊一個臨界線噶嘛？你當個英國佬話做，嗰個係中國共產黨嚟啊！文化大革命三反四反五反土改大躍進，死幾撚多人啊？面不改容。有冇面係咪面不改容先？有冇 say 過 hello 啊？但係人民都冇嘅喎，個個唔撚記得曬喎。就算你而家國內啲人冇人講你啊，有冇人講啊？你翻到國內做曬投資，有冇人講喺度呻話文革點衰點衰啊？有冇人講啊？冇嘛。有冇人講話六四唔撚好啊？有冇人講？冇啊嘛。是你講的嘛，毛澤東擺喺度裝香㗎，日日嗰個屋企有個像，我親眼見㗎，因為我送個佛祖俾佢啊嘛，佢一嚟請啊嘛，屌你我大官，某個官，一方之主啊，佢叫做，我入喺屋企，咦，屌你，佛祖啲錯歪喎，佢擺靚正裝，正裝喎，大佬。咁啊！你唔諗去怪佢喎？佢話我一家人原本做農民嘅，就有個毛主席，我哋而家做撚咗咁嘅官，富貴
全家食天禄，餐餐有猪肉，屌你妈！我唔装佢装你啊！你点怪佢啊？你多捻鱼嘅，我觉得啱唔啱啊？系咪啊？好捻现实噶嘛，所以你唔可以怪香港班土共嘅、哦。佢梗系听阿爷讲噶，阿爷养捻佢噶嘛，佢系奴才嚟噶嘛，佢有个主子养佢噶，大佬，即系等于你入捻咗黑社会，你大佬关照你啊嘛，你个捻样书都未读捻过，一叫你咪喺澳门同我做搭马仔，搵十皮八皮一个月，你谂我哋大咩声啫？大声咪扫尘你埋街咯，咁咪做乞衣咯，啱唔啱啊？你所以你唔喺度話佢要大佬講乜都啱嘅，一定啱嘅，各為其主啊嘛！你老母你身為大律師，你老母你都唔知咩叫各為其主？共產黨嗰檔嘢特色咧就幫會文化嚟噶嘛！你同佢講法律講成你戇撚鳩嘅啫，你班大狀係嘛？唔撚抵可憐，喺我哋嘅水平嘅呢一層次嘅人講。好啦，如果啲人開咪話同情你嗰度揾鳩你笨柒。佢博掌聲，博人同情你嘅啫。七年前我講撚咗嘅，預測你班撚做乞衣，冇撚講撚錯啦。黎智英開檔，將蘋果報紙走嚟問我，揾我請我食鮑魚，好唔好開檔？我哋閪撚緊我話你，你揾到錢你會入間房，而家咪應撚咗咯，講撚咗噶。好啦，咁我哋呢種力量咩嚟咧？就佛學嘅緣起學。那個推算的功夫來的，我當然未去到證到我們佛門的五智啦，即是大日如來出來，在宇宙有五種力，其中一叫妙觀察力，有平等智，有妙觀察智，有成所作智，你一想呢就有了，那件事是成功的，我們未到，我們敲到妙觀察智那道門。你屌咩幾十年修行啊，大佬靈性都知吉凶啦，行藏啊變進退啦，舉動啊變如龍啦。你處理個撚樣喺呢度同我同呢，有次我離遠鬧一鬧佢個撚樣，就佢嘅舉動變如龍。我呢個撚樣閪人嚟嘅，判撚到正噶，睇佢個前身相，身相唔撚正，有所圖謀。即是那類人，戴耀廷那些不用說了，戴耀廷更慘，他是被人裝彈弓煽去做反對派的，他又不肯知，他不知道政治的陰險，那就是黃鳩鳩，還要大羅大鼓，我們搞這個初選呢，言論過夠過了，度論過了，四平八穩吹不漲的。啊！聲大大嗱嗱，選撚到幾多位咧就懟柒政府，屌你啦！我咪而家懟咯，懟撚埋自己入去，成班閪佬嚟，不知輕重，益撚曬啲土共加肥屋樣，佢兩個一搞佔中搞鬥爭，咪益撚咗啲土共加肥咁樣，原本個個冇閪上噶，啱唔啱先？事實嚟噶嘛，啊！有邊度有位上啫？嗰班土共擦鞋仔，係咪啊？冇咁多。屌你老母！你真係仲喺度扮緊曬魚友蟹！屌你乜民主鬥士、民鼠啊、老鼠個鼠啊！呢班民鼠政棍，屌你有冇害鳩死香港？好啦，而家搞緊咗 A 版一國兩制成功咧，嗱你哋香港人唔撚使驚啦，我哋走得嘅冇所謂，隨時走得，有啲唔走得噶嘛。幾廿歲又唔識英文，又冇錢又冇剩，你 BMO B O N 都冇撚用啦！去英國做咩做乞衣啊？所以你嗰啲咧唔撚使驚嘅，點解咧？個深圳又冇變撚咗油喎，東莞又好撚多人發一達喎，廣州又係喎，上海又係喎，廈門都係喎，啱唔啱？好啦，而家佢唯一你香港咧，仲有一樣嘢好撚犀利嘅。佢個 A 版點解我叫封佢做 A 神咧？佢冇取消個普通法，如果取消埋咧就撲街啦！佢搞嚟搞去咧，佢都保留翻個 common law 香港，
好啦，呢度 common law 咧，只要共產黨噏幾樣嘢啫，香港咧，屌你咪股票升一萬點。嗱，聽住啊，共產黨富貴啊，你照我講包你富貴。將人口實行三年內減到500,000，唔准超過，全部減税一半，利得税啊，公司税一半。好啦，成立一個融資公司，不記名嘅存户可以唔撚記名啊，存錢入嚟香港啊，瑞士啊嘛，屌瑞士都唔得啦而家。但佢唔用銀行，唔用銀行，我間投資公司咧不記名嘅，你信我就信，唔信銀就俾個密碼你。我唔係銀行喎，我唔係吸收存款，你入嚟投資嘅啫。政府做喎，好似彈馬石嗰啲咁做喎。每年保證我國家，唔係話我啲股票有浮沉嘅，最少有三幾厘息收。多撚過美國啲債券，搶生意！屌你有冇世界係搶啊？明搶過你生意咯！佢最撚安樂，唔使記名啊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好多黑錢喎！嚇？屌你白錢唔得咩？點解要黑錢啫？世間好撚多人光淨嘅錢都唔想俾人知有錢㗎，你明唔明啊？左個亞洲最撚大嘅保險庫、保險商啊！你啲嘢全部擺喺曬入去，又係唔撚記名嘅。你冇咗密碼、冇鎖匙，關人撚事啊！你自己小撚心，你明白我意思啊？你知嗱？屌你唔見唔撚關我事啊，大佬！因為你唔撚俾我記名嘛，不記名，保險庫啊！星控、手指毛兩樣，明唔明白啊？你人到嘅開到啦個保險箱，而家做到嘛？而家科技嗱，你喺香港做咗咁撚大嘅，你咁撚多啲咁嘅點樣綠化地帶咪做得咯？起座嘢唔使高噶嘛，新界咁撚多嚇。唔使地底啊，起地底又更好啦，挖撚開咁落石屎，屌咩四平八穩，地底要做防水啊嘛，起一座嘢，新界咁撚多軍營喺軍營附近做咪得咯，圍大啲鐵絲網，有軍佬喺側邊，屌你係咪？亞洲最撚強項嘅保險庫，係咪好生意啊？起碼多啲人坐飛機嚟擺嘢啊，大佬擺黃金、擺首飾、擺鑽石，屌你咁嗰啲江洋大盜啊！啊，個撚個打劫完嗰啲錢啊，換撚咗買鑽石咪擺喺曬度咯。你唔肯問我來歷咁啊，最緊要啱啱啊？係咪富貴啊？香港出境先，梗係俾啦。你有我張卡嘅出境啦，即係你證明你有張存款存嘢卡啊，都有張卡嘅。你跌撚咗又唔好彩，但我卡冇密碼俾你，你唔好坐喺個密碼度啦。但你跌認紙冇啊嘛，點唔俾出境啊？你出境一撳紙冇啊，原來係呢個客仔嘅嚇，有張 V I P 卡俾你添。機場有人接送，唔使排隊。你存撚咗幾多錢喺度？以上嗰啲啊 ，V I P 嘅 V I P 啊。是吧你一 call 嚟話嚟香港，跟住有勞斯萊斯接你啦。喺嗰個飛機口接你啊，架車唔使過移民局啦。你落機啊？預早你打曬身份嚟同你過撚埋關啦，早有人服侍你，俾錢咧人服侍你噶啦。嗱，呢啲香港大生意啦，係嘛？跟住你或者我住半島，我淨係喺飛機嗰度 call 埋直升機接你去半島咯，都唔使經移民局，乜都唔使，優質嘅豪華享受，噏幾樣嘢啊！香港人富貴㗎，呢個 A 版一國兩制，你真係保持 A， 即係話高級嘅 A 級嘅服務呢個城市，
係俾你有錢攞金融。會唔會中途改制啊？嚇？中途會唔會改制㗎？呢個你改制誒點樣講咧？你仲有份你仲有份合同嘅。除非共產黨冧撚咗咧，你就唔好彩啦。你唔冧咧，你嗰個合同咧有效嘅。你個合同咧喺國際一啲仲裁行登記咪得咯。合同。咁你好簡單啫，你由到由細做到大噶嘛，你唔可以一開檔咧就扁扁扁噶嘛。你有得三幾年個信用保證咧，你就 O K 嘅。同埋你仲有一樣嘢咧，你可以授權佢，你指定你個保險商嘅，佢直情同你空運寄翻你個國家都得。佢自己有自己中國航線咪而家有航班嘛，揾嗰個順豐嗰啲都得噶。你最緊要你嗰調錢方便，有個投資公司。我而家嚟台灣做個第一證券，喺美國都攞獎啊，大佬！第二大啊，做撚到台灣都做啊，姓劉啊，第一證券。講誠信。咁你共產黨你咪要搞一個遊戲誠信咯？咁你好撚簡單啫喎，你咪請習鬼佬打工。做個董事局成員咯，自己唔參與咯，請世界啲銀行家做個董事局咯，由鬼佬同你運作啊嘛，呢個要借鬼佬嘅力啦，咁啊兩招咯喎，第三招你真係香港你揾班鬼佬嚟揸莊喎，做政務司好，做副政務司好，咁你揾個京官咧坐喺度食蛋撻關人撚事。一定比鬼佬揸莊香港最好嘅，呢個 A 班遊戲都仲係，或者你唔用鬼佬，用翻香港大法官咯，做特首又得，咩都得，公正啊嘛。就算你玩咩遊戲咧，都最緊要公正。你咪香港大法官做特首咯，但跟住嗰啲下邊嗰啲部門首長咪請啲鬼佬嚟做咯，唔用中國人。等佢冇咗商界嘅群撚瓜瓜撚藤嘅關係，斷撚曬關係網，知唔知啊？仲平撚過而家呢班高官喎，唔使幾廿萬喎，幾皮嘢搞掂啦。你有偷食有成得。你就要你請印度嗰啲行政官過嚟做，你好平人工咋？有屋住，有一皮嘢美金就已經打撚奔頭嚟做噶啦。最緊有屋住啫，你政府咪俾嗰啲俾屋佢住咯。偷城咯。係啊，咁喺香港慳好撚多經費喎，富貴噶。你一要用翻英國人嗰招啊，你一當香港係你中國殖民地嚟管理，冇壞嘅。有冇咁嘅智慧啊？咁你自己諗啦。你就算新疆都係噶，你新疆而家啲人嘈，我哋點解話佢哋戇撚鳩啲鬼佬？成日話新疆棉，新疆棉棉你老母，乜新疆冇棉花嘅大佬？出口冇棉花出口嘅新疆，點會有個新疆棉啊？咁啊，人哋嗰啲高級嘅名牌咧，係落單嗰陣時候，就由個代理人指定。而家世界最撚靚嘅棉花就係埃及棉啊嘛。或者美國最多供應噶嘛，巴基斯坦部分我自己唔撚夠用啦。好啦，如果你中國有棉花咁撚巴撚幣，以前就唔使發嗰啲報票啦。記唔記得啊？喺中國最進口棉花噶嘛，人多嘛，佢新疆出嗰啲棉咧係短棉嚟嘅。世界最撚靚嘅棉花就埃及棉。唔係講少啊！買張埃及棉棉冚冚撚張牀啊！你老母十幾萬噶，好撚貴噶，好撚誇張噶！你去問下，好撚貴噶！嗰啲皇家用嗰啲牀上用品，用埃及棉做嗰啲，屌你有冇貴到飛起啊！好啦，而家嗰啲名牌
叫多撚魚嘅，叫屎忽痕。嗰班吳家產咧噏嘢嗰啲小粉紅啊咩無嗰啲啊叫多撚魚嘅。所以點解佢嗰個《環球時報》回社最冇撚嘅即刻褪啦，噏撚咗兩日咪褪嘅，大家睇唔睇到啊？噏撚錯咗，屌你阿媽！你真係踩歐洲喎、啊，你踩一個美國都頭撚痛啦。歐洲廿九幾個國家噶嘛，屌你阿媽！你咪撚生意唔使做。好啊，同埋你嗰啲棉花唔明新疆噶嘛，嗰啲出口嗰啲係個人客落訂單，只撚定佢帶埋嚟咧，要用邊種棉花係有個 BCI 嘅機制咧，先至出口咁解。喺外國運翻入去，然後做咗嘢出口走嘅。所以嗰班唔知嗰啲咩藝員嗰啲啊，我哋要抵制啊！屌你，屌你啊！冇傻。你嗰啲棉花都唔做得出口噶，你講嗰啲係做我哋中國嗰啲笠衫啊、底衫啊、內衣褲啊，啊做啊林鄭毒我嗰個口罩啊，嗰啲就係新疆棉啦，明白未啊？有人笑啊，好撚好笑啊！佢哋冇常識到咁撚樣啊，所以我咪一發覺咧，哇撲街啦！屌你咁咪褪咯，知唔知？大家睇唔睇到褪啊？嚇！你都冇講嘢，即刻唔敢講嘢，撞緊一板啊嘛！屌你，我邊個叫你搞先？佢下邊一班人咧，去學香港呢班咁嘅投機分子，哇！見阿爺呻一句，屌你，我喐柒佢啊！撚樣咁撚轉喺開會度，你明唔明啊？佢咪親耳聽喎，佢聽我主旨有份開會，屌你咪老細屌啊，老闆屌聲先，嚇咁啊咁啊亂柒咁寫啦，咁樣搞出嚟咯。喂，點啊？你青年報啊，團中央嘅青年報，好撚奀嘅啫嘛！中國青年報嗰、那個社長係司局級嘅官員嚟嘅啫嘛，共青團啊，有張青年報啊，嗰度搞出嚟嘅，屌你乜咁啊？個撚個起哄啦，有得分啦，嘈冤巴閉啦，咁撚樣會撲街，咁啊燒撚到上去，屌你老母歐洲啊，屌你喐你班唔家產！取消咗中歐協議，哇！仆街啊，屌！當堂屌你老母喺喊都無撚為。舊年傾撚完噶嘛，四月六月。叫做啦。我哋習大帝飛去歐洲，哇！幾撚威啊！啊，中歐協議傾撚成，啊佢忘撚記咗，喺六月前咧，要佢哋嗰個歐盟嘅議會通過咧，先至生效嘅。佢而家就同你停緊咗，唔出風。我屌你！我俾班咁嘅人不爭五毛啊！啲戇鳩人搞喺度咪萬步咯。咪中國好撚慘噶，好事變壞事噶。所以我哋支持佢呢個 A 版一國兩制落實成功。好多遊戲版個規則唔同，佢聽我啲意見一做咧，隨時升一萬點啊！半年內可以話俾你聽，使撚教育鬼佬，但你要借鬼佬嘅力嘅。你唔夠信用啊嘛，用多啲鬼佬翻嚟喺香港打工，管理個城市，最好請奧地利嗰啲行政人員添，最好啊！即係等於而家我哋講起有個都係幾熱門嘅，早兩日喺台灣發生嘅事啦，嗰白流嗰個國家，佢咪聰明咯？佢乜撚都唔撚你啊！委託美國同佢搞撚掂曬咯，行政啊、外交啊，屌你啦，好冇？佢關唔撚事。等於澳門都聰明㗎。澳門你睇醫生咧，重症啲冇得睇嘅喎，個醫院儀器貴啊嘛。咁澳門咧就送人過嚟香港睇，佢找數，或者送啲澳門人嚟去台灣醫。你揀地方，有幾個地方：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台灣，你揀邊度？政府找數。佢好撚過自己就係訓練醫生搞澳門啊咁啊，知唔知啊？佢得兩間醫院，屌你乜點醫啊？咁撚撚齊啲嘢又冇嗰人才培訓得嚟蚊訓，啱嘛？所以人哋個特首係醒撚過香港啊嘛！就算而家你香港一生撚咗落去，我一去到邊啲症狀嘅去台灣醫，咁你已經係平撚咗好撚多喎。去印度醫仲平，去斯里蘭卡醫又平，
係嘛？屌你妹！你唔使俾班衣掘喺度冇嚟冇去。嗱，有我哋挑戰嗰個撚樣乞衣啊，孔繁毅喎，吳家產啊，叫鬥級沙士啊，等佢打撚完兩次嗰份合針啊，老母有冇回應啊？大家聽唔聽到？有冇人回應啊？嚇、啊！脱曬出去啦！嚇、啊！潛撚咗水喎、啊！呢、這個撚樣，屌你老母條衣棍冚家產，亂尋噏，叫人打混合針喎、啊！屌你老母連雞爺仔啦，打先，你自己打先啦、啊！你打撚完同我一齊吸病毒，我份量多撚我哋三倍一齊吸，點解我揾命搏啊？屌你咁驚咩？驚兩份，屌你啦！我冇打針啊！啊！屌唔過啊嘛啲針，今日貼咗出嚟啦，打完不舉喎，屌你有冇搞錯大佬？我用舉緊噶嘛，你諗冇威？係嘛？唔係啊，貼咗出嚟啦，唔係講笑啊！男人呢樣嘢唔怕一萬，最怕萬一喎，好大件事。幾撚邪啊！呢啲針，屌你有冇？唔係中國喎，你諗冇威？好撚多後遺症喎。邊支啊？唔係科興咩？不一定的，其實其他都要有。有些打得完死，有些中風，有些不舉。屌你，我遲些不知道有些什麼撚嘢了。但有好消息，今天我貼了出去的，就出了一種新藥，德國和美國合作的，幾個月後出街的了。逢有這些病毒呢，全部100%清曬場，一吃就。但中國有一種好消息，用了個噴霧劑來防止個上呼吸系統的，我們又貼了出去。在當年我很緊張呢，就給了個意見，我們一定要在個上呼吸系統入手的。現在中國出了，已經銷售了，是很現象的。有很多人呢全部搞得錯了，現在世界很混亂，資訊太多，啲正唔正確嘅觀念咧，就令到啲人咧好混淆。身為大學生，你去做一個行為，你去邊個地方，你要去評估噶嘛？我到現場扮演咩角色咧？好，我扮演前線嘅，你要首先自保噶嘛？你會飛冇撚用噶。你自保都唔到有撚前途啊！有啲自保唔到喎，入撚埋間房，屌你乜你前途喺邊度？你話俾我聽，你咁柒叻，你同佢搏嘴啊！懶鳩叻，你嗰啲鳩屌踢鼻，點解鳩流流嗰啲人多啊嘛？香港，我哋叫人捐錢嗰啲撚樣嘅，仲喺度話，屌你乜呢條友又叫人捐錢，我叫人捐錢關撚事啊？唔係捐俾我，我叫人捐錢俾東華三院噶。一都幾撚多人捐啊！108蚊，呢啲咪撚樣唔死冇撚用噶嘛，係嘛？你自己唔撚做好事，你自己嘅事，你唔好走嚟搞破壞。屌你咪喺街，我知道我兜心打你老母臭閪啊！我哋叫人捐錢關撚事啊！今日有人貼出嚟啦，佢聽我講喺個鋪頭擺個箱捐錢俾東華三院嘅，啱唔啱？東華三俾個箱佢擺嘛。除了夥計又捐了零錢，有人客來到又給了零錢，每個月就東華山人來開箱收的，多麼開心啊他，我店主也很開心啊，不如我不是叫你捐給我的，我想讓你捐啊，我已經花不完的錢，由60年代到現在，我從來都沒有為錢投赤的，真的沒有就跟你女友借咯，用撚過撚咗龍啊嘛，買撚曬貨，屌冇 cash 啊！禮拜六，屌你咁樣，禮拜五啊，屌乜一落訂啦，都禮拜六，屌你咁啊，剩翻1000幾百袋，咁點出去蒲啊？睇撚中件嘢咪撲街，屌你咁樣啊！攞住幾皮嘢嚟扎住袋先，冇咪揾到個借咯。周時你禮拜五真係俾撚咗訂冇錢噶，買嘢好撚古怪啊嘛，你唔～我試過買層樓1000多萬，落撚咗1000蚊訂啫，
我咪咧，我哋整張$1,000收住先。我嗱，於是作為咧，一作實噶啦，禮拜一再加大鏡。唔係你鎖佢唔到啊！你$1,000都鎖到佢啊嘛。佢翻緊轉頭反價噶嘛，可以就嗱，不買不賣啊，不得不買咁樣樣，不唔可以唔賣，唔可以唔買嘅。$1,000就我試過$1,000+樓，夜晚啊，屌你有冇三更半夜啊，走去睇樓。我唔知得$1,000+一袋嘛，我係咁意啊，整住$1,000啊，當你作實嘅。買樓，我以為買呢個樓。收佢保啊！唔係你一粒粒嗰啲，唔係一沓沓嗰啲。佢係照收啊，因為我哋有收埋嘅，你咪收咯。你又冇笨賊嘅，我唔撚要你咪多$1,000，咪同個仔去飲茶咯。佢又接受我。啊！我禮拜一嚟咪俾再俾臨時訂，你跟住通知律師樓咯。佢買咗，呢個係規矩嚟㗎，你唔鎖住佢咧，去到姨媽姑爹講得兩講咧，就屌你啦，冇反價。但我唔准佢賠商賠訂嘛，寫明，即係唔可以。而家我要買咧，你唔可以唔買。我唔撚買，咪最多你殺我訂啫。但你唔買唔得，因為你唔可以話啊，我賠商賠訂，我唔寫呢句，寫明嗱，你唔買唔得嘅喎，你收我訂，你咪有心買先。是咁，你咪收我訂咯。一撚樣做成噶，呢個規矩嚟噶，你唔可以話笑啊！你落$50訂都得，$100都得，嗰張合同就有效噶啦。鎖撚住佢嘛，佢唔可以唔買嘛。所以老世界咧係好多唔同嘅學問。咪話我哋啲咁嘅撚樣，屌你啦！冇臭閪亂沉噏，係嘛？睇撚完啲新聞，睇完報紙，街頭巷尾執啲嘢翻嚟，有幾多見識啊？有幾多見識啊？你啲香港人識嗰條毛啊？嚇！連睇揭金光，你未睇撚到啲咁撚精彩嘅嘢啦？嗱，今日擺咗套電影嘅，又推薦人睇呢套電影啦。知唔知叫咩名啊？你又貼上去介紹人睇《狂人的》嘅交響曲啊，值得要睇，因為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合作開個演奏會，好撚難嘅，一邊派揀十幾個高手。啲音樂家嚟合作喎，屌你一碰撚埋就地球撞火星，屌你老母，你哋散咗我嘢啊嘛，我屌你老母啦，你霸咗我地啊咁樣，屌你老母，搞撚到我大師都頭撚赤，所以大家你睇下好睇嘅，哇咁用乜嘢去 set 圖咧？好精警嘅，佢係有佛學嘅意味喺度，因為佛學講和平，咁嗰個音樂大師咧就話佢當年。比他們更慘，因為他很不幸是德國人的子女，所以去到由以色列地方呢，被人家當納粹之子，我大音樂家還很大鑊，屌你啊，你有事嗎？所以世間呢，這套電影打折都要看，希望這些人呢寫影評啊。Sir，你又帶了一些郵票過來。哦，係啊，因為有人問咧，佢話佢有啲朋友咧睇完啲佛畫咧，擺屋企咧好柔和，同佢個媽媽咧瞓得好咗。咁但佢就話咧，佢屋企嘅地方好細，擺唔到我哋嗰啲畫。問我有咩方法，咁我咧就推薦佢咧就買我哋啲郵票。嗱，我郵票啲畫咧都好大張嘅，側邊咧係台灣故宮博物館嘅收藏嚟。咁呢度咧有六張咧都唔同嘅畫嚟嘅，咁你可以唔好嘥錢啦，唔使傷喎，我哋咩膠紙喎，你揾啲嗰啲叫咩膠啊，嗰啲叫筆地啊，嗰啲泥膠啊，補貼萬能膠，嚇，補貼萬能膠咧，一黐完幅牆咧，咁就穩陣噶啦，上下一點，咁你屋企個廳或者房度黐一兩幅喺度，當係藝術品嗱，影一影。是台灣故宮幫我們出的郵票來的，台灣郵票紀念版的絕版的，
直板即係絕版嘅。我哋嗰陣時做咗批紀念郵票，我要嚟做禮物噶嘛。你哋揾阿方太賣咯，好似而家1000多蚊啫嘛。一套千幾蚊咧係有六幅嘅，六張嘅，12幅畫，中間有一個玉佛過佛啊。咁你媽媽佢自己中意睇邊幅？有病嘅咪叫佢睇嗰個鄭醫師嘅嗰個咯。系咯，旧位贴咯，旧位贴，本贴喺度好靓噶，你一个走廊咁贴喺度，吓、啊，咁啊，大家记得揾阿方太请，嗯，暂时唔加价，因为呢啲纪念版咧，我哋随时一炒就起噶啦，限量版嚟噶嘛，当年喺台湾印嘅，故宫啊，经典文物啊，故宫，啊，咁啊，老人家咧就系、是、安乐嘅。等於我哋嗰啲玉瓦，好多人嚟買啊！因為點解老人家中意玉瓦咧？佢哋喺個世俗傳統咧，佢覺得玉器咧係辟邪嘅。咁變咗人一過60歲咧，知道唔知幾時死嘅喎。佢又瞓唔著，佢又驚黑暗喎。啲仔女又唔喺身邊喎啲，咁佢戴住玉瓦咧定嘅，所以啲玉咧就對啲女人嘅老人家咧好有用。特別嗰啲少佛啊、女士啊，祝福過嘅加持過，我哋都玉瓦，我哋祝福過噶，佢定經噶嘛。好啦，譬如話你唔係我哋花園嗰啲贊助人，唔係我哋大細超台嘅，又唔係我啲學生嘅，普通網友去買都得，揾阿方太，2500蚊一隻任揀，即係幾廿隻俾你慢慢揀啊，大佬，但超值嘅。2500蚊，即係我哋啲聽眾網友，我唔多啊，我做咗千幾隻啫嘛，咁去咗一批啦，但抵買嘅，因為我哋鋪頭冇皮費啊嘛，冇夥計人工嘛，譬如你走嚟呢度買，大佬你除咗60-70%都係嗰啲租金啦，租金人工，租金貴啊嘛，我買都。就算你旺角橫街窄巷都要10萬-8萬租金，一隻阿平均我諗，即係聽我哋節目嘅人去揾方太買咧，2500蚊一隻，係4月底前，我買嚟送俾媽媽啊，送俾阿嫲啊，送俾外母啊，或者送俾老婆，各隨你買幾多隻都得啦，2500蚊。但我哋嗰啲台友好似我限買3隻啫，因為呢個比較特價啲，係捧我哋自己場啊嘛。但網友咧。聽眾咧就2500蚊，但都係抵嘅。講咗咩新聞？啊，唔係淨係新聞，你話今日講翻簡啲嘅故事喎。係唔係我講？係有段視頻啦，貼出嚟嘅。翻簡嘅起源係源自阿拉伯嗰邊。咁樣咧就喺個醫學上咧證實，番梘消毒殺菌咧99% 嘅。如果你用番梘洗手啊，知唔知啊？大家我哋個視頻咧貼咗出嚟，咁大家睇完咧睇睇嗰個呢個番梘嘅內容。咁我有學生咧就嚟咗一啲巴勒斯坦嘅番梘。因為以前阿拉伯國家咧，嗰啲皇室啊，佢好多體臭體味噶嘛，所以提煉啲番梘咧好靚嘅。啲橄欖油做嘅，一定用橄欖油做嘅。佢番梘可以用豬油做，可以用羊油做，但最靚就係用橄欖油做嘅。啊，風乾都要10個月啦，所以好實淨啊！大家睇下個視頻，好實淨啊！你有買咧就揾阿方太，好靚好靚。我一嚿用嚟用，佢用唔曬。唉，好差襟用嘅，屌！佢問我，係啊，佢問我用曬未啊？我話我都未用曬。呢個紅石榴果嘅，係啊，呢個新嘅，呢兩隻都係新嘅。橄欖油食用嘅鹼水、椰子油、香油有機物，呢一嚿好靚。呢一嚿紅石榴，呢嚿就死海海底嚟嘅，就女士。好講究喎，你知唔知阿拉伯之夜嗰啲皇室嗰啲人？你哋唔好睇輕啊！你而家你見我包頭啊阿嬸一除撚低嗰件袍啊，屌咩通身名牌啊，好撚得人驚噶！坐機啊坐頭等啊，好得人驚噶，好講究啊佢哋。
因為那邊天氣熱嘛，又多體寒嘛，所以你女人查你翻家唔撚靚，屌你一蹦除踢撚咗落牀啊，大佬，我撚過呢，所以佢哋都翻家好靚啊。英國皇室嗰啲都係用佢哋嗰靚，用呢只咯。係啊，英國皇室用呢只，呢一嚿啊嘛。係啊。係啊。就呢只牌子啊，翻。好多人好多人唔知㗎。嗯。呢個係英國皇室用嘅牌子嚟。嗯。有出咗只月桂葉嘅添。係我學生做經銷嘅，咁啊喺阿方太度有得賣，又係平啊，因為我冇收佢鋪租嘛，咪冇收佢拆樣啊，咩都冇，因為有啲好嘢介紹俾人用啦，係嘛？有咩新聞？咁啊，講開你未講白樓，係喎白樓喎，咪咯，喂白樓好大件事啊白樓。新聞有冇樓啊？屌你搞撚錯啊！琉球群島嗰邊嗰個係小粒圓群島，離天冇咁撚遠㗎，關山萬里啊！同呢個白流島差好遠咧。嗱，我唔係記得好清楚，我嘅資料咧都係以前睇書啊，喺網上啊。我試過有幾件工作咧，就係同佢哋呢啲南太平嗰啲島嶼咧有關係嘅。因為點解咧？佢呢個島咧喺南太平洋最近咧就係印尼，600多公里嘅啫，就同菲律賓咧距離咧800公里嘅啫。潛水勝地。但係呢個島咧好撚多歷史嘅，佢涉及過英國、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美國，仲有一個國家係德國先得，唔係。德國咧係買翻嚟嘅一個時間，德國同西班牙買嘅，買撚咗俾卡仔嚼撚沉咗，我之後歸俾日本托管。但係呢個島咧有人口住咗成3000年嘅，最早嘅，最早葡萄牙入去先嘅，後屘俾西班牙掃撚走咗佢。好啦，點解佢呢個島咁撚古怪呢？大家睇政治睇歷史咧，我哋個時空識班就係、是、教大家嗰個妙觀察智力啦，即係你哋唔練功，你哋笨柒啦。我嘅觀察力就係個修行練功翻嚟嘅睇世界。白流同台灣建交咁多年，佢係其中一個邦交嘅國家。得個30多萬人口，又有總統又成屌你啦！但佢嗰啲管治啊、行運咧，都由美國老國咁。因為點解咧？佢日本仔第二次大戰後，將所有嗰啲由特別嗰個美西戰爭、西班牙嗰翻到個夏威夷啊，同埋剛才你講琉球群島嗰邊啦、小笠原群島嗰啲咧，都係交俾日本托管嘅，交俾美國啊！美國、日本即係交曬俾美國托管。我話俾你托管咧，美國人咧就好怪嘅，唔中意搞殖民地嘅喎。佢覺得成本好撚重，所以美國佬咧冇侵略人地方嘅，唔要噶，唔興噶咩？即係個個人個價值觀唔同，佢係想做生意啫，同或者佢你同佢借地方俾佢咧，佢做一個據點喺度。佢就算噶啦，所以當年咧，佢哋睇到呢個島咧，就俾咗4億多美金借俾呢一個白流嘅國家，幫佢搞旅遊、搞建設，俾佢哋搞。咁白流咧就簽咗俾佢美國咧，就全部同佢做咗軍事啊、對外啊、經濟交往、行埋遊，美國佬揸莊嘅，佢關人撚事，撚使頭赤，有冇人敢打佢喎？因為美國佬睇長嘛，有份合同啊嘛。咁咧，美國點解會咁樣做咧？因為佢個地理位置咧好撚古怪。但呢次咧，呢個白流訪台嘅事件咧，係中國外交部咧好撚大鑊，應該要責棍。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OK。天王电网开咪。阿多华有啲乜嘢？俾啲答案先。答案。
第一個答案咧就話空海大師喺呢個時代點解冇呢啲人物？係咯，有就唔正常。點解有就唔正常啊？歷史係發展噶嘛，乜嘢時代出嘅人物都唔同。咁唔同以前嗰個時代出唔到咁多科學家，係咪？即係個社會嘅要求都唔同。即係。譬如以前中國，你要考功名，咁你咪要讀書咯。個社會劇情需要啦，同埋以前嗰個時代嘅生活冇咁緊張，啲人變咗佢可以有時間去鑽研一科學問，即係我頭腦啊簡單咗，個精神啊集中咗，冇咁多咁複雜。我哋好難用而家嘅社會嘅背景去批判過去嘅事情。當然有啲價值觀咧就唔可以改變啦，即係人嘅價值啊，點樣去發揮人嘅潛能啊？但當然一路一路嘅走勢咧，嗰個教育都係走下坡嘅。走下坡嘅理由咧，就要大家分享少少。嗯。最近呢上個禮拜六，我哋嗰啲。冠象的買了一些藝術畫呢，咁就教了一些人怎樣冠象呢，冠了一象之後就有一個聚會，我測試了一些人的想法，就整體來說是進步了的，但離開我們的要求緊是要求不到啦，個標準，但我們都要接受。咁我就唯有將個標準咧，仲降低咗啦。即係由觀象，其實入手咧，就係你觀到嗰個地水火風時空色喺你本身嘅功能。你由觀象咧去了解自己同個宇宙咧係冇分別嘅話咧，呢個係我哋要求嘅。但佢去唔到呢度，你都冇計噶。嗰日又降低個 key。咁就開始咗，你做人先啦。做人咧就係嗰個價值喺邊度咧？就引用咗美國耶魯大學，究竟佢個理念喺邊度？咁耶魯大學個校長講咧，佢個理念咧就係：如果我嘅學生入嚟我哋大學，到佢畢業之後。他學了一種專業和技能，他當是完畢了的話，就證明他們大學是失敗的。完畢了就叫失敗？失敗，失敗。即是說我們，他們大學，耶魯大學的教育理念，不是叫你來我大學學一個專業技能。他是訓練你做總統的嘛，希望將來做社會的人類的領袖，帶領人類的價值一路向北飛的嘛。咁由你走嚟咧，就諗住攞一個專業資格咧揾食嘅，咁咪失敗咯。佢哋嘅標準，咁我相信香港搞教育嘅人都冇呢個理念。咁啊已經鋪咗上網嘅，大家可以睇圖。咁啊最重要有一條咧，就話。是成功的父母怎樣教育子女呢，就是你父母要做一個誠實的人。大家今天看我們的父母和老師或者教授是否誠實一個人，包括現在我們社會掌握權力在手的人，或者有份參與權力在手的人，是否一個誠實的人。所以我們沒得要求這個時代有空海大師，我們都要需要接受，這個就是現實。第二個問題呢，就是講到教授誠不誠實，就涉及那個我們問，喂，港大這個搞笑風波今晚就是主題了，原本又沒有事搞了一個這麼大件事，有什麼搞到這麼大件事呢？真的我哋有蘋果，有東方嘅。
蘋果咧就冷靜啲，好似驚個世界唔亂咁。啊，幾時都係噶啦，佢哋咧呢度唯恐世界，唯恐天下不亂啫嘛。嗱，呢個就《蘋果報》嘅學生開會場斥可恥。嗱，呢啲係學生嘅，咁啊《蘋果》。嗱，呢張係《東方》嘅，兩個都有少少唔同風格。嗱，張《東方報》，張《蘋果報》。《東方報》點講咧？就《東方報》咧就話嗰個教授咧俾人哋打啦，咁啲學生咧就話佢插水。嗱，呢張一邊係《東方報》，一邊係《蘋果》嘅，睇到啊？《蘋果》咧就擴大嘅。我話變咗兩邊嘅人，但我哋正話講咧，啲大教授誠唔誠實咧，就話涉及咗一個佢哋大家而家喺度嘈啦。但冇人會諗翻轉頭個因果喺邊度啊嘛？點解有呢個風波咧？有呢個風波咧，就係啲有個陳文敏嘅法律學院嘅院長。我不批評他那個學術的地位，但如果他作法律學院的院長呢，我們看他發生的事呢，就是因果問題了，就涉及收了戴耀廷給了幾十萬捐錢給他們，給他那個學術研究，但呢後來被人發覺呢，就說他支持搞那個佔中運動，那他收了一筆錢，無論佢點樣搞咧，佢有權處理嘅，佢亦都係有，佢亦都可以收呢筆錢。但佢唯一佢做漏咗一樣嘢咧，就既然間呢筆錢佢戴耀廷拎嚟，就冇講俾你聽筆錢嘅來源。如果你身為法律學院嘅院長咧，佢應該係會要求高啲嘅，你對佢。你普通人冇所謂啦，但你係讀係法律學院院長嘛？咁究竟呢筆錢如果冇來源清晰嘅話，如果拆裝咪撲街，嚇錢嚟，係咪啊？如果收咗一筆裝款啊，係洗黑錢翻嚟捐俾你嘅，咁你都大鑊嘅喎。我話最普通嘅常識咧，佢應該有責任。避免嫌疑咧，佢應該攞一個指引嘅，喺大學嘅委員會或者有關嘅對口嘅單位，咪有人捐一筆錢嚟幾多錢，但咧就冇嗰個捐款人嘅來源嘅，我收唔收得，或者點樣情況之下咧我先收得，咁咪冇事咯，又保護到自己，又保護到大學嘅聲譽，亦都一個好負責任，但佢冇做呢一 part。後尾人哋問佢咧，答唔到，咁跟住問翻戴耀廷咧，戴耀廷又咦我喎，再三俾人追問咧，先至話個朱耀明牧師捐出嚟俾佢，再俾大學嘅。咁你明白啦，你嗰個係涉及佔中三子嘅錢嚟，好敏感。咁變咗咪惹咗啲咁嘅是非咯？呢個係好小事嘅是非啫，其實。但我哋由呢件事睇翻轉頭咧，就係話。你佔中三子借嗰個政改搞呢啲運動，咁啊搞到而家都仲有風波。我話以前跟你班人走去搞佔中嗰啲僆仔咧，有啲都讀書拖後咗一年，荒廢咗學業；有啲咧就俾人告咗，有啲咧就而家都唔喺香港再讀啦，讀唔到啦嘛。咁屋企有環境嘅已經要走曬嚟喺香港去第二度讀啦。咁你戴耀廷呢啲人當年有冇評估啲後果咧？唔關佢事啊！但我哋搞嗰陣時，我哋已經話佢死緊嘅。嘅理由點解咧？我哋都講過，你一用個佔中嘅名啦，咁呢個佔中嘅名詞咧係軍事行動先用噶嘛，佔領中環，係咪啊？可如果正式搞政治？嘅人物有效果嘅話咧，好多地方佔噶嘛，唔係用呢個名詞。咁我哋已經係懷疑，究竟你戴教授有冇深思熟慮過人哋捐錢俾你錢嘅來源咧？
喂，可以有好多唔同方面嘅人物噶喎。如果共產黨透過美國嘅民主人士捐筆錢俾你，共產黨下邊有啲不正常嘅單位，佢一定有渠道噶。我透過外國啲組織、民主組織捐錢嚟俾你，你都死噶喎。可以有呢個可能喎，譬如我是共產黨某一個組織的單位，我每個月有很多維穩費收的，譬如我有五億維穩費或者五千萬一個月，我為了保持那筆維穩費可以長收長有，我透過海外某一個國家的民運人士捐筆錢給你，我都是給一千幾百萬你而已，我就可以長收長有。或者我的組織，你啲大學生古靈精怪，又搞咩本土論啊，又話可以涉及港獨啊，我要深入你個組織嚟拆散你嗰個大學嘅架構，我又揾人做一捐一筆錢俾你搞嘢出嚟，咁而家咪可以入手搞你個大學咯，又得㗎。佢哋咧完全冇深思熟慮嘅，即係有錢咧就收，收完咧是禍是福又唔諗知。啊！咁我哋要揾翻個因果出嚟。咁啊，而家有手尾，咁有手尾咧。好啊！如果你嗰個大學委員會，你係好你梁志雄嗰啲係抽水友嚟噶嘛？佢回歸前已經係搞呢啲咁嘅做政棍噶嘛？梁志雄亦都係睇到咧係低檔嘅人。你使唔使光拆咗咁多呢啲咁嘅糧粉嘅入個項目委員會，用啲咁低檔嘅手法去阻嗰個委任個副校長咧？你可以直斥其非噶嘛，好簡單，一走咗個個都唔誠實咯。要搞啲咁嘅小動作啊，又話要等埋首席副校長啊，之前啊等埋發叔，而家等埋首席副校長。咁咪好搞笑噶嘛？你可以直斥其非喎，公開一個言訊，請阿陳文敏上嚟，話你係生物法律學院院長，你收咗筆錢咧係來歷不明嘅，唔知邊個俾嘅，咁點解當日唔做報告咧？咁啊，好啊，以我哋嘅標準嚟講，你唔係普通一個教授，你係法律系嘅，你都應該有普通常識。要事先呈報嘛，好啊！如果嗰啲係裝款，或者人哋洗黑錢，咁你咪侮辱咗大學嘅聲譽咯。就算你話咩人哋捐錢嚟，我唔知係咩錢，你可以話唔知，但呢個唔知咧，唔係你嘅身份可以話唔知就得噶嘛。你應該有責任要知嘅。佢冇做呢步，咁就直斥其非。哦，與既然啱你唔知咧，你係未有資格做呢個副校長嘅位，咁咪收工噶咯喎。受皮啦，咁啊收工噶咯喎！又點解佢哋冇做呢個程序咧？即係我哋唔係教人做嘢啊！而家有責任咧，要教你啲人做嘢，係做到噶嘛？我記得我喺十年前，我哋亞龍基金有一個公司嘅老闆捐錢俾我，我米字，我唔該你寫封信俾我，話你欣賞我哋喺。國內做啲工作，做啲農業嘅工作、農村嘅工作，咁你咧係好自願，係無償嘅，希望佢能夠捐一筆錢俾我哋去擴大呢個工作，我哋俾封信我先，我要批准先，我先收佢錢。第一，你收完錢，我驚你後悔；第二，收你我無端收你錢嗰陣時咧，到時你話褪翻或者咩咪剩。或者啲錢來歷不明嘅攞咗人錢嘅咁樣收尾，我哋都要咁樣做法。咁你作為一個法律學院院長咧，係冇理由唔識做呢樣嘢。如果你唔識嘅話咧，你唔升任，係咁簡單講。證明你能力唔夠啦。咁又證明到咧，就話而家成個香港問題咧，就係啲人咧係唔誠實，就違反咗耶魯大學你想下一代教育到嘅。你父母首先要誠實。而家我哋睇翻香港咧，做官嘅唔誠實，梁振英更加唔誠實，收台底錢，有僭建就唔面對，
陳茂波又唔誠實，所有嘅人都唔誠實，張振遠就已經唔誠實到咧，而家就已經要判監禁，係咪？嗰係一個唔誠實嘅社會，特別啲領袖唔誠實，跟住整個行政會議員啦、立法會議員啦，搞政改嗰度全部甩碌，又係唔誠實，話等埋發叔掟咗出嚟啲 WhatsApp 咧，行萬冇嗰回事嘅。我一個不誠實社會，你怎樣要求好呢？那就變成搞笑版來的，即是廣大的風雲叫搞笑版。我突然間搞笑版，我們唯一什麼呢？就是你共產黨首先要誠實。如果你認為董建華委任這些局長制是不行的，你就要還回來，所有取消這些制度。他又搞了問責局長之後，香港跟著撲街的嘛。在明朝都是的，有名無善政嘛，自廢世宰相恥嘛。為什麼你明知錯了不還原呢？就是共產黨不誠實。跟著你搞蛇齋餅粽，搞種票，搞個假議會文化，又是不誠實。你不誠實怎麼做呢？沒得做的，誰人上場都死的，大家鬥不誠實。所以就係好坎坷咯，個世界我哋睇就，我都唔係一個好誠實嘅人喎。嘅理由點解咧？因為啲對手個個唔誠實，我喺某種環境之下咧，我比佢更加唔誠實，俾人劏噶啦。我先贏佢噶嘛，即係捉棋啊嘛。你擺陷阱俾我咩？我扮中你陷阱，再裝翻你咯，係有啲無奈嘅。但我哋都有個底線嘅，即係話我唔誠實咧，係俾你知道我係唔誠實嘅。點樣叫俾你知道我唔誠實咧？嗱，呢個機咧，原本話成本咧就值$500嘅啫，因為而家要賣到$1,000港紙，港紙$500成本，我而家買$1,000。你唔好理我幾錢翻嚟啦，我係賣咁貴啦咁，即係話俾你聽。你唔好理我幾錢成本，但係嗰個功能你唔可以講大話。個功能有乜有乜，我哋都冇點講，我哋都唔講。咁啊變咗俾啲人去 search 咯。咁啲人 search 到，如果呢部機咧 ，Scala 同埋嗰Tesla 嘅高級科技嚟，佢哋嚇一跳。但我哋都唔講，佢哋後屘啲有人買咗之後宣傳咗咧，就係、是、原來我哋攞咗軍事嘅技術咧，擺咗喺民間，係我哋瑞士先做到嘅軍用技術。所以我哋都冇取消，因為太高深嘅科技講唔明。我成日嗰陣時叫啲人嚟買，我哋唔好買啦，咁鬼嘥錢，我自己用噶嘛。咁啊，面對一個咁嘅社會咧，就有多少好無奈咯。咁又唯有自己顧自己。咁啊，希望大家上次我開示嘅，你就搞好自己嘅事業啦，唔好浪費自己生命嘅潛能啦，係嘛？其他任何政治嘅嘢咧，少鬥啦，因為政治都好詭秘嘅。你而家你唔知人定鬼嘅。咁究竟黎智英啲錢俾民主黨派，或者佢哋啲人俾錢你嗰啲咁嘅佔中三子啲錢邊度嚟咧？你係唔知嘅。你咪話你個對手係某一個國家嘅民主人士捐錢俾你，當佢真係支持民主噶嘛搞？咁香港唔係靠民主食飯噶嘛，香港係靠民生食飯噶嘛。民主係手段嚟啫嘛。如果你民生嘅你都搞唔好，咁你搞咩民主都死啦。一路大家睇到香港嘅由問責局長制度開始一路沉淪嘅，應該有責任要還翻。好啊，有個網友咧又講我哋啲機嘅，就係、是、有啲用咗之後嘅報告俾人分享，我哋冇推銷嘅問題嚇，大媽讀分享一下啦。咁就係話小弟咧就用咗瑞士空氣機約摸2個月，現時家中與公司各放置了一部。當日購買主要目的咧，就係希望改變一下呢兩個地點嘅氣場質素，同埋想清靜一啲。
咁安置咗之後咧，都冇特別在意到底有啲咩分別嘅。但係咧，近兩個禮拜開始咧，就無意中察覺到自己喺工作上面嘅速度啊，同埋個模式啊，都有一啲微細又顯著嘅改變啊。咁本咁啊，小弟咧就係從事呢個設計工作，以往手法係先擬定三四個方案，再根據呢啲方案咧就發展開去，就揾一個好嘅方案俾客人，又或者係直接提供多個方案俾客人選擇。但係近兩三個禮拜咧，就發覺一開始接到新 project 嗰陣咧，靈感上咧已經有一個幾肯定嘅定案啦。啊！就將呢個定案咧加啲細節處理嘅啫，咁啊已經完成，就將個工作完成到七七八八啦。而最奇怪嘅咧就係所做出嚟嘅設計咧，客人大部分都會欣然接受，好多時都冇乜點修改就已經直接落 order 搞掂咗啦。啊！咁啊，琴晚咧就去咗萬福道一趟，就巧遇阿郭博士，言談之間咧就。順便咧就請教一下呢種情況係由於練時空式功啊、空氣機啊，還是心理作用能夠達到呢個咁神奇嘅效果？博士簡單表明，前兩者都能達到呢個效果嘅，而空氣機咧更能喺人哋不知不覺之間咧幫手消除嗰啲肉眼睇唔到嘅干擾添。及後小弟亦有幸親身試驗過另一部有附加功能的空氣機，試驗結果呢就相當耐人尋味，有福氣的網友呢就自己去了解一下啦、啊、有幾神奇呢就自己去睇睇啦。在此真係要多謝郭博士，每星期除咗開咪袋錢落我哋個袋之餘呢，亦都十分感謝郭博士為大家帶來呢批真正嘅創新科技產品。咁啊，有個附加一個小貼士，如果想小朋友讀書成績好嘅家長們咧，就不妨買部翻屋企啦，可能就有啲意想不到嘅效果添。喺而家嗰個世界技術咧，係去到尖端嘅。嗯。但一般人咧就唔知道個世界發生咩事，因為都係揾食人多啦。咁啊，有人問到咧，點解正話剛才所講，香港嗰啲司法制度，連法律學院嘅人咧都咁大意，但中國仲大鑊啦，就係嗰、那個大鑊成點啊？中國司法腐敗遇到亡黨亡國地步，嚟俾大家影一影先，有一個資料嘅。呢個腐敗咧，就大家都知嘅啦。咁到底就係中國嗰啲律師嘅心聲嚟嘅。上次我哋有人講過啊嘛，有人舉例。點解你話中國嗰啲律師咧唔值得同情咧？嗯，就有個律師寫咗篇文章，呢個喺《亞波羅網》嘅資料，大家可以攞呢個標題嚟 search。我講少少啦，佢哋一由立案咧開始噶啦，佢啲律師串謀曬啲法官，即係有幾多 case 就分俾邊啲法官做嘅話咧，所以佢咧平時巴結咗一班法官係自己圍內嘅。佢啲 case 一分咗俾你做咧，你就由頭到尾咧就可以控制到個 case， 可以講數，叫佢點樣判點樣成，啊！當然你唔係個法官講到嘢噶嘛，係啊，所以佢哋咧已經有咗呢啲咁嘅渠道嘅。我另外咧有啲判決咗之後咧。啲律師咧係冇權去查到嗰個當事人嘅財產嘅，要法官咧先有權。如果唔係佢咧，佢可以唔公開佢嘅財產俾佢啲部門唔睬你，銀行又唔睬你，咩都唔睬你。係個法官咧，佢簽個名咧，佢先攞到，所以你又要使好多錢嘅。咁變咗咧，佢哋就話。而家佢哋喺中國做律師咧，佢最後嘅結果就係你唔好話我係搞法律嘅，佢話佢係俾法律搞緊。律師唔係搞法律，係俾法律搞嘅。即係話你有判決書，第一個咧就立由黑暗咧就由立案開始已經要黑暗噶啦。第二個咧輸亦贏來贏亦都係輸，輸又贏贏又輸。好遠啊！第三樣咧執行咧一種關係嘅遊戲。如果你話判決咗之後咧，你冇關係咧，你係執行唔到嘅。嗯。
第四咧就係你自己付出嘅代價啦。你成日要應酬嗰啲司法部嘅人，唔係咧你又冇生意做，嚇！哇，仲慘過 sales。第五咧就點解佢都要做咧？因為佢唔做咧就唔得啊！佢認為究竟佢做法誒呢個律師嘅行業錯咗，又制度錯咗咧啊！一直解釋唔到嘅啊！佢而家有二十幾萬個律師喺中國啊，營營役役咁樣。到底是卑微啊，抑或俾人卑微咧？啊，到底是強姦啊，或者俾人強姦咧？佢做律師係咁痛苦嘅呢、這個律師嘅自白，大家上網搜尋翻出嚟睇。另外有一個問題就係嗰個咩？嗰、那個乜嘢？嗰、那個誒？你係想問？喂，中國呢、這個喺、啊、中國做和尚真係好貴好嘅啫。我呢個律師嘅，阿 Peter， 你去少林寺嘅和尚，要還噶。少林寺俾人踢爆個主持，但我哋冇證據喺手㗎，即係要講清楚。係只不過佢報紙賣得咁大咧，跟住而家喺網上咧炒到好熱嘅。但呢個唔係佢本身嘅錯嚟喎，係共產黨搞出嚟喎。撳個頭去啊！因為當年文化大革命咧，佢捉曬啲和尚師傅咧還俗，和尚咧要逼佢娶老婆，啲尼姑咧要逼佢嫁人。到佢改革開放咧，佢又拎翻曬啲和尚出嚟做主持，因為佢要揾人唸南無啊，做法會啊。咁變咗啲和尚出翻嚟咧，個個都有老婆嘅，你逼佢結婚噶嘛？我當年喺八十年代，我就試過喺北京咧，佢哋搞嗰啲梵唱啊，嗌咗幾十個、一百幾個和尚咧，就叫我俾意見。我入到個會場咧，我點解和尚個大帽嘅咧？有頭髮。但係啲髮佢流出嚟。有頭髮。咁我都知道咧，就係、是、你共產黨咧，串謀一班人嚟搞呢啲咁嘅遊戲，又係唔誠實。共產黨原嚟嘅啫，整個整個國家咧係搞一個唔誠實嘅遊戲。咁大家睇到最近拉嗰啲貪官污吏啦，由上至下都拉咁多人啦，而家仲拉緊啦，就係唔誠實。咁呢個我哋係好無奈嘅，呢、這個社會就係唔誠實。咁呢啲都係佢哋一啲唔誠實嘅制度咧搞出嚟嘅。咁啊，唔係淨係少林寺一個，中國就全部都係類似如此嘅人咧，係好多嘅。啊，另外一單咩新聞？好似好唔誠實咯。東方報啊，東方報賣嘅，話而家咧搞緊個起訴書咧，會告啊曾蔭權啦。啊，話告啊曾蔭權，而家做緊起訴書。但呢個我覺得係好事咯，應該要。他們太遲做了，拖了三年，三年他應該早點做呢，那你還回曾蔭權一個清白、嗯、Yes or No 就給個法官判決咯，是吧、嗯、但另外一個新聞呢，就是劉聯雄羅潔成終極敗訴，是啊，各判囚五年三個月，就在這裡，你看看這一段，我好耐以前講過咧，我話你喺澳門法律咧，你嗨緊嘅，而家真係所料不差。佢喺中級法院咧已經當係終極判決。嘅理由點解咧？因為佢嘅判監咧就唔過八年，喺八年以下咧喺個中級法院嘅駁回咧，你只能夠再上訴，就話究竟佢個判決有效或者冇效，就唔可以再提出理據嘅。咁你死唔死？佢都報到下法律，咁即係嗨緊嘅，冇嚟推翻個判決噶嘛？有冇效？係嘛？睇見佢哋係證據失據，佢因為佢有一樣嘢咧，就仲過癮。咩嘢？佢話：你劉聯雄先生又唔出嚟答辯。跟住咧幾次咧，你亦都唔出庭啦。跟住咧到你唔出庭之後咧，咁你跟住咧就仲要話唔認罪。咁而家判你五年幾咧係輕啊咁。
輕咗啲。所以搬字兩個口咧，就係佢哋慢慢演繹嘅。我都早講咗嘅，佢哋唔識諗呢啲問題嘛。咁咩新聞？啊，呢、這個人購問題咯，點解會咁樣嘅咧？哦，國泰啊，呢次大鑊，國泰咧就成日出事。成日都出事。佢啊，特登賣多啲機票，啊，成日老點嘅，呢檔嘢好過癮嘅。點解成日都搞埋呢啲咁嘢咧？以前啲服務水平唔係咁入㗎。嗰個文化，企業文化冇咗啦嘛，係好大鑊嘅。咁同埋佢仲咧最支持起第三跑道就佢哋啊嘛。係啊。好神奇嘅，咁啊。我已經叫咗啲朋友咧，嗰、那個第三跑道一定要好詳細檢核。如果唔係咧，跟住再整個大白象工程咧，係爛尾工程啊！而家何止大白象？因為佢梁振英講一句嘢，佢如果啲問題未解決咧，就一路做咧，一路先去解決問題啦。佢都錯咗嘅。咁咪 P K 啦。有多問題你解決完先開得工嘛？佢唔係，佢而家佢調轉個思維咧，係誤導咗社會嘅。啊！咁跟住佢哋咁迫切做呢啲工作，有冇延後利益咧？等於佢咁堅持要做嗰個創新科技局，係一定要指定委任嗰個人咧？點解佢嗰個人咧係唔升任噶嘛？姓楊嗰、那個，我哋 search 過資料噶，佢係唔升任嘅。點解咁堅持要委任呢個人咧？特別要開個位俾佢咧？咩咁？我哋嗰啲市民錢嚟嘅喎，你每年嘥多幾千萬，啊！所以我哋支持佢要檢討你嗰個創新科技局有冇成立嘅標。而家佢有創新科技署噶嘛，科技署噶嘛，而家特別要開咁多位咧，係咪有咩延後利益先？啊！中央政府要關注咯，呢啲人利用嗰個問題，仲有啲咩問題？我呢邊就冇乜嘢講啦，但係咧。就又問題就唔少喎，啊咁就收先。啊，我哋講埋嗰個有啲同學正話講嗰個機器嗰、那個儀器嘅好處啊，仲有一個同、有個同學咧就話參加前半識班嘅，有啲心得嘅。有位小姐嚟咗，請阿 Sherry 出嚟，你拉張凳過嚟俾你坐，拉張凳俾你坐，擺喺度得。介紹位心得練功嘅心得少少。阿靚女係啦。是不是越練 越靚呢美容心吧你練功有些什麼進步啊自己感覺退步有沒有退步沒有啊我覺得每個人生裡面都有個潛能就是每個人都有的還有一顆心是愛心咯我覺得自從學了時空識班之後個人想東西快了很多啦還有看東西覺得多方面了立體了很多以前可能只是看到只不過是一小撮的東西但是現在人家跟我說的東西可以很快就有轉數知道人家說什麼還有可以很大的去看電視咁我覺得自從學咗之後，所有嘢個人心態唔同咗啦。咁識嘅人可能吸，即係attract 嘅人就都係唔同咗。我覺得好似係一個轉變嚟嘅咯，對自己都好好。咁有時睇翻以前做過嘅嘢，我會知道原來我做咗有啲嘢，我係可以點樣做嘅。咁都係一個對自己嚟講係一個進步。你喺美國讀書嗰時冇教你嘅咩？啲學問？冇㗎，不過我自己都好中意做。你喺美國邊間學啊？美國 Parsons The New School for Design 係一間設計學校嚟，咁我係讀時裝設計。但通常佢都會灌輸一啲邏輯學俾你喎，喺美國專科大學，咁、你都又係咯。有啊，即係都係讀啲哲學嗰啲啊，譬如哲學同埋藝術點樣大家相宜嘅咁。咁佢讀嗰哲學同我哋嗰個時空式嘅哲學有咩分別咧？我覺得以前讀嗰啲哲學，大多數好多都係比較虛無縹緲啲，同埋即係俗啲咁講話，都係吹水啊。咁我覺得時空識班嘅係比較實在啲，你係真係需要自己去需要自己去做練習啦，同埋都要自己會去學習先 OK。嗱，呢度要分開少少嚟講㗎嚇。在而家世界嘅學問咧，你望翻鏡就得噶啦。我哋世界學問咧，特別喺哲學方面咧，由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開始，到
柏拉圖的卡爾，他們是在那個思維上的理論多的，你抄我抄你推理啊演繹的，他沒有實證的，所以他開了基督文化呢，就你信就得了，你信有上帝存在啦，咁就算啦。咁但究竟有冇用咩工具去見到上帝呢？係冇嘅喎。咁究竟我個過程去見上帝嘅過程咧，係咪個個人即刻一信就可以見到咧？有咩條件咧？用咩？咁你坐火箭去啊？一個雲拍去啊？因為有啲咩先至條件，你先至去到見上帝咧？或者你見到嗰個宇宙嘅背後咧，佢係估嘅啫，佢係冇一套方法俾你嘅。但喺古印度嘅學問咧，無論佢係印度教好啦、支那教好啦，或者係布達神呢個佛教又好啦，佢哋多咗套咧，就係一個實踐嘅功課俾你。由你的心靈的訓練，它是可以一步一步是實踐的，你是推開到宇宙那道門，即是等於你走去學潛水，你初潛水未十公尺、二十公尺一層層未下去，有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水壓，你怎樣應付。所以在我們東方這個哲學方面，它就多了一個實踐的方法，就不是純理論的，我分別是這樣。但如果純理論呢，就它不夠力呢去解決你的人性本身那個習性的力量那麼大。你譬如你在個課室裡或者教堂裡，你要講理論呢，你是很舒服的，但走出來社會一撞到呢，你就會輸的了，個力量大啊嘛，即係等於嗱，譬如你法律學院個院長，你區區收咗三幾十萬啫嘛，你都唔可以咁簡單睇到筆錢嚟咧就要啊嘛，就佢嗰幾廿萬嘅力咧係大過你本身嘅修為嘅力，你個力量咧頂佢唔到嘅。好啊，如果你個心靈正式受過心靈訓練，嗰陣時咧你會定喺度睇呢筆錢，所以我哋嗰個觀象咧就係行門嚟嘅。或者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你的 meditation 怎樣訓練你的心靈的力量呢，就是一個行動，我們多了這套，就說世間的學問和理性學問、感性學問，但我們多了個 meditation 就入手了，觀象那裡是 meditation 來的，譬如我們禪觀式班練功又是一個功法來的，訓練到你的心靈力量，那你會比一般人就冷靜很多和定很多，就分別在這裡。你那麼年輕學到呢就著數的。多謝博士。不是著數的。是啊，譬如如果你這特別的女仔人生很難說第一次戀愛呢就結到婚的嘛，當然經過幾三次離離合合不靈的嘛，好啊，如果你沒有受訓練呢，你就滯滯都會受傷的嘛。如果你女士受過訓練就著數了，那變成世間失戀不是當一回事，就是你選擇，是啊，你選人，人選你，那這個不對就選第二個，那你會接受了那些感情上的牽掛的，還有你在做工作上就對你有幫助，那你會沒那麼多胡思亂想。那時候在美國讀書讀了幾年了？四年。讀了四年，哇！即係無端端唔見咗老豆老母百幾萬喎，有排揾翻喎，要真係大鑊。唔係，祝你繼續努力啊！但係下次再問你啊，繼續努力用功。有咩問題啊，大媽？嗱，講開功法問題啦。收起張凳啦，唔該。阿剛才你教咗咁多啲改運嘅功法啦，邊一樣最有效嘅咧？呢個好實際嘅問題。最快見效咧，就係話喐到嗰、那個。鎖住你嗰個生命支流嘅第一層面咧，就係、是、嗰個照我哋個祝福文做。我係最早推廣個祝福文嘅，
唔係喺網台推廣喎，我未有網，未出嚟喺網台做工作咧，我已經周圍推廣啦。嗯。佢嗰度有行門，有理論門嘅，但最重要佢係個視相啊，即係咧擺個錢鈎，每日咧你叫自己入擺啲錢，同埋叫到屋企人擺錢咧，就你每日之間咧，你就有一個念頭咧係善意嘅，提醒咗你嘅。嗰、那個就係一個，如果佢個錢箱喺屋企自己中意個位置擺邊個位咧，你嗰個就大嘅風水位。如果細做嚟講，你嗰個就是財位，你個財位咧係俾人嘅，唔係為咗自己擺個財位咧，係為自己去求財嘅。咁你嗰、那個你有呢個善意嘅念頭咧，就影響咗你個心境。善意多咗咧，變咗你屋企人呼吸出嚟嘅氣場咧，都會好咗嘅。咁啊，會互相進步。如果大家屋企人個個都擺啲錢咧，就更加屋企嘅氣場更加好。呢個第一步。好啦，再進一步咧，後期開咗網嘅電台幫人結緣咧，我就開咗啲比較秘密嘅行門啦，又係冇解嘅，冇點樣特別解咧。就嗰個六扣仔最犀利，好啊！你行為上你去布施啦，就你今世人嘅觀念上咧有種愛意出嚟先啦。就算你一日擺兩蚊，或者擺五蚊都好啦，即係你都有個善意先，有個種子先。但係你咁多世生命之流係隱藏咗喺你嘅內心世界嗰種行為的信號咧，有善有惡咧，係冇喐到佢噶嘛，或者有啲負面嘅 energy 喺度，咁咧又靠我哋嘅肉扣啦。我哋用啲肉扣擺咗喺個泉水嗰度，因為水咧好神秘嘅，加上你個肉扣咧，你自己祝福完之後咧。有個咁嘅善意嘅信號擺翻落啲水度咧，你飲咗啲水咧，佢會清理你嗰啲微細嘅思維。你唔知嘅隱蔽咗度。嗱，好簡單啊！根據個數據咧，大家可以 search 到嘅。我哋人嘅潛意識咧，係每一日咧有70,000次嘅念頭走出嚟嘅喎，70,000次喎一日，24小時。就算發夢，你瞓著咗覺咧，佢個潛意識都走嘅，都要行緊嘅，噏噏聲個大嘅薄布咁嘅嗰個念頭，一24小時有70,000次，但係因為佢好微細啊，你唔知嘅，因為你俾眼前嘅聲色顯馬嘅五光十色嘅景象咧，咁粗糙嘅思維咧，個力咁強咧，就你感覺唔到嗰個雜念咧係咁多嘅。所有啲人去一用功咧，去走去訓練佢個定功嘅時間咧，佢話：哇！我最近發覺好多雜念喎，用功嗰時，我哋係進步嘅。你發現到啦？一你個心定落嚟咧，你睇到啦，睇到感覺到啲雜念走出嚟，平時你唔感覺嘛？佢冚咗你嗰個微細嘅意識啦。咁好啦，我哋你自己揾個肉扣擺個樽度，而你去祝福。然之後自己飲翻啲水咧，佢就會有一種作用咧，係燒你一種潛意識嘅力喺度。呢個係最大嘅。如果講修行，當然佢進一步再話咩報讀我哋禪空識班，佢要求再強啲啦，嗰個下集啦。但基本上你喐到佢先，跟住咧你嗰個魄力，你報讀禪空識班咧，又加強你個人嗰個膽汁嘅能力，同埋你嗰個觀察力。跟住你有嗰個藝術品咧，係有個目標啦。啊，我追求小勞多得喎，但小勞多得咧，我有智慧喎。咁啊，另外一個境界就要靠你又要修行加強你個功力。但起碼你要念祝福文先。我話如果你祝福文照每個月生日時數少咗嗰個傷害生命嘅行為嘅衝擊，再配合埋你嗰個肉扣嗰個泉水呢個最基本嘅。你好，我請嗰啲咩睇風水睇成搞啲咩像拜嚟拜去咧，每年唔見咁多錢啦。呢個最經濟同埋係有科學理論喺度嘅，呢個係舒華咗嘅。咁啊好多
很多同學或者很多網友呢都做了之後呢就感覺到是 OK 了的，這個是事實的。等於我們古代有個了凡四訓，在明朝的了凡四訓本書呢就是他了凡遇到個雲谷大師教他每日修行畫個功課架，我們的祝福文呢有這個功夫，但他那個呢比較令人難明的，因為他修個總題法，我們就不用這個神話的法，又不用這個宗教的法，我們用現代人很科學的，所以我們是這個改良版的，是配合21世紀的，這個祝福文我設計的，即我不用擺招牌在那裡，有個菩薩保佑你，有個什麼菩薩保佑你，變成你是恐懼的嘛，即是說你自己無力，其實呢原來你的力量呢就來於自己的，所以我們那個正式的學問呢就是無神論來的，咁呢個係最重要。我呢個就係對佢個人嘅命運啦。但你個命運改到，但你冇一個好嘅身體配合咧，唔得噶嘛。又唔夠瞓，又唔夠精神，又身心病痛。所以我哋咧就跟住叫啲人咧，你可以飲啲靚嘅水。你唔一定要幫襯我買瑞士水。但大家而家知道咧，我哋十幾年前飲水咧係有理由嘅，而家知道啲水咁差大鑊。但我呢都冇強調啊，我費事同你講啊，但係你唔識嘢，我講你都無謂。現在知道了，原來真的這麼大鑊。那麼靚水呢可以換過曬血液的嘛，你走去百佳維康買法國泉水 OK 的，便宜過我們的，但我們的瑞士水呢它有它那個礦物質元素呢是比較優質的，這個是國際上的供應，但我們都沒有叫人買，因為貨不多嘛，你買了兩萬沒有貨大鑊，是不是泉很小的，我們瑞士那裡百幾個船，得兩個攞咗五星級國際標準嘅，我哋其中一個啊嘛。其他都唔同嘅啲質素。唔得唔得，佢有個國際標準化驗嘅嘛，我哋係其中一個，得兩個船得啫嘛，我哋瑞士都係。紐西蘭都有，紐西蘭啲水好靚嘅，都攞咗五星級嘅標準。所以我成日叫人哋話：喂，你走去超級市場買啦，唔好飲啲自己都唔清楚來龍去脈嘅水啦，對人體真係唔好啦。亦都叫啲人咧去攞山坑水啦，我成日講噶，免費你咪走去山邊攞啲山坑水翻嚟過濾下咪用咯，唔使嘥錢添，係咪？但呢個好重要咯，身體咁啊好啦，身體你既然間改咗你嘅潛意識嘅心境變咗喎，你個身體唔變咧，你配合唔到噶嘛，你有精神有魄力先至做到世間事噶嘛，所以咪開咗啲拍腳功啊、平甩功啊俾啲人練咯。咁你唔練都我幫你唔到噶，咁啊同埋叫啲人改變一啲飲食嘅習慣咯，啊唔好食咁多嗰啲垃圾嘅食物啦，呢個係我哋好基本嘅，即係降低曬個標準噶啦。嗯。跟住有啲同學佢哋好熱心嘅，咁佢咪學下我哋斷食咯，斷食嗰啲好精神噶。嗱，今早我都食好少好少嘢，今日我守持素啦，逢星期四。五次幾多？係啊，我哋好精神喎，啊，咁呢個係最基本嘅。話你嘅身體如果再有沉積嘅，我哋咪有一啲用嗰啲東寧玉做嘅白沙板咯。你拍鬆咗佢，有邊啲地方唔舒服嘅，散咗佢，嗰個又係好嘅方法嚟噶。就係我哋最基本嘅身體健康啦，同埋心靈健康啦，兩樣嘢我哋開咗一個方面嘅門俾人噶嘛。你要有呢兩樣嘢配合你先，同埋身心健康、心靈健康，你好難做事噶。你個人嗰個觀察力唔夠，你個性格咧有缺陷，係嘛？貴人會走啦，係咪先？啊，讀完大學出嚟有三個碩士學位，咪攞中門咯。跟住又降低自己個 key， 啊！我人工多我都唔去做啦。多了人工我就不可以攞到申請不到公屋啦。即係你嗰個理念是這樣的，我哋點幫你呢，係嘛？跟住好啦，你要打份工，個老細話你，或者你啲嘢交得唔準，人哋批評下你，咁你覺得咧自己話我有咩搞錯啊？你個老闆係咁啱小學都未讀完嚇，咁我話喺美國留學翻嚟啊，有咩嚟你窒我啊？咁啊發爛渣啦，啊擺曬款扮曬嘢啦，佢唔知道世界地球。冇咗你個地球一樣轉噶嘛？你驚個地球唔轉啊？嗯。我哋有一個視頻喺 YouTube， 大家可以睇到噶。
個地球好似粒沙塵咁細啫。係啊，你喺宇宙裏頭。喺某種嘅空間啊，睇翻個地球好似粒微塵咁細啊。嗯。咁啊，我哋人喺個地球入邊啊，仲即係大鑊都唔知當係乜嘢。啊。係啊，所以唔好話以為話呢個世界冇你咧，唔行得，全部搞錯，全部搞錯。咁啊，誠實謙虛係最重要咯。如果有權力掌握嘅人喺度，公正啊更加重要啦。共產黨應該做到嘅，我哋都好奇怪，點解佢唔？點解要搞咁多花神，搞咁多小動作，走去要搞啲唔誠實嘅行為去管治個國家咧？大話講慣咗就會變真噶嘛？呢個毛澤東嘅責任咯。喺毛澤東嘅時代，如果搞嗰啲咁嘅假大空嘅嘢，一畝田炒幾多可以生產幾多萬斤嘅？亩產萬斤嘛？呢個咪即係吹水又吹到而家咯。即係搞啲帶頭，你如果你有權力喺手嘅人帶頭搞唔誠實咧，這個國家好難好嘅。同埋佢哋唔認衰啊嘛，所以咧佢話喂，再找嗰個中台和平統一，所以我哋話俾你搞掂嗰啲簡體字先啦，你誠實啲面對個歷史啦，嗰啲咪中華文化嚟噶嘛。你共產黨帶頭搞到啲字，我哋中文好靚噶嘛啲字，搞到唔似字。啊、你搞完簡體字正佳先至慢慢再講和平統一啦，因為你有咩資格同統一啫？嚇、啊，成個文化將個中華文化拖垮咗，而由你共產黨啲咁嘅馬克思三流嘅文化嚟嘅馬克思，三流嘅理論家嚟嘅馬克思世界，佢嗰套嘢係坐差唔多要類似坐監時代先諗出嚟嘅，未經過實踐噶嘛，馬斯嗰資本論，踎喺間房間陣諗出嚟嘅啫嘛。佢執到就係當寶，話共話蘇聯都唔搞啦，有好嘢佢哋搞啦。你共產黨仲掛住兩個咁嘅聲招牌，馬克思係咪？恩格斯個掛嚟替死咩？又勾結外國勢力，咁馬克思嗰啲咪外國勢力？屌你乜傻嗰啲班家產？你中國人古代我哋咁多智慧，點解你攞翻老祖宗啲智慧出嚟重整過佢咧？係咪？大家搞誠實啲啦，唔好話要求咁高先，搞誠實有禮貌先，謙虛先，係嘛？第二，等於而家你香港大學啲學生，我哋啲錢唔幫佢嘅喎，佢都冇搞過因果，佢冇睇過因果。當然佢哋搞唔誠實啦，你校務委員會又唔誠實，又唔去面對事實講清楚，等嗰個陳文敏咧驗到服輸，你嘅行為我哋唔接受嘅。你的操守啊，要求好高嘅，你做大學副校長，咁佢出嚟唔陰冇得撈噶嘛？佢資深大律師咁啊，陳文敏，你驚冇得撈啊？我打份工啦，如果佢有料嘅話，你而家做個大學副校長幾錢個月啊嘛？係咪20多萬啦最多？一堂都唔止啦，上課係咪啊？你突然間資深大律師，你咁驚做咩啫？係咪？無謂引起震盪，我唔差撈添啊！我做你副校長替死啊，出嚟掛牌啊，係咪先？好簡單啫喎。咁你啲大學生，我哋睇完仲惆悵喎，打開電視，哇！咁我條盧松波咧，我哋睇啲片咧，就咁間間俾人話插水咧就啱嘅，扮插水啊！屌你啊！又要入廠又話剩啊，都冇人推佢，佢自己扮插水跌喺度，咁你咪撲唔撲街啊？你身為教授，你話我扮插水，屈啲學生話俾人踢冧你，呢個又係唔誠實喎。係嘛？咁但係佢哋唔誠實，但係你啲大學生咧，你作為一個大學生咧，係要有教養噶嘛，行出嚟。冇。我話如果間間學校佢哋開會，你衝入去，呢個係咪冇教養咧？當然佢有理由，佢為佢哋而家搞一個暴力嘅制度，即係呢個咧就係民主社會出嚟嘅衰嘢啦。佢串謀啲糧粉加入個校務委員會，整個制度出嚟，好似係好合法嘅。嗱，呢個就民主社會嘅壞毛病啦，就俾一班人咧可以串謀咗咧玩個制度咧嚟去執行一啲咧對佢哋有利嘅嘢，打個民主招牌啊，好似好合法嘅，好合理嘅。但佢唔知道咧。你嗰個制度咧，俾一啲有心嘅人咧串謀咗，係攝據咗嗰啲位置啊嘛，變咗你咪苦口有冤無路訴咯。個制度係咁啊，變咗個暴力嘅制度嘅暴力。
嗰一陣間製造嘅暴力咧，咁你啲大學生咧，作為有身份嘅一個大學生嘅代表，係有責任咧，可以用好多行動咧去阻攔佢嘅，就唔需要咧個大學度咧搞嘈喧巴閉嗰個街市咁。但當然又唔會話學一啲人咧砌嚟生豬肉，可以文化大革命。佢都唔及台灣啦，台灣早幾個禮拜先有個衝入去學校嘛，係咪啊？台灣咪仲亂籠，咁你點會話演繹到話吹水話文革咧？所以呢啲係屈人嘅，又屈呢啲大學生嘅，屈呢啲香港大學生。但香港大學生本身唔爭氣，冇智慧。你要贏呢鋪嘅，咁你亦都要檢點，你都要質詢嗰個陳文敏，即係唔係話死我一邊頸？是不是？但他們現在很慘的，你李國章那些由開始他們搞教育都搞彎了香港的了，再被這些這樣的投機分子忽然愛國的人再入校務委員會，那你就死得了，又沒有事搞到有事。民主那些泛民派原本四分五裂的，好像現在你特意搞這些事，那你們又下萬又可以凝聚某一種力量，又要再搞過，咁你話呢個政府咪撲街啊！即係越幫咧就越忙，就係唔誠實咯。歸根結底就我哋個社會唔誠實，所有問題都唔誠實。問責局長唔叻嘅，全部恢復舊制；醫管局唔好嘅，全部又取消，恢復翻回歸前。咁啊掂噶啦。第二個問題，如果要再炒呢問責局長，最好炒邊啲喎？全部炒曬啦！真恢復舊制，佢都冇一個係人才嚟噶嘛？你嗰全部投機分子嚟噶嘛？真嘅全部投機分子嚟，分餅仔，分餅仔啊！香港就係、是、香港就係攞香港人嘅錢咧，分餅仔，串謀曬左中右分餅仔。我哋提倡話議員唔出糧噶，咁啊天下太平咯，唔使拉幫結派咯。譬如清朝皇帝很聰明的，最憎啲朋黨，咪香港就搞朋黨嘛。而家佢完全朋黨啦。拉幫結派啊嘛。第一個問題。嗱咁啊，何日君再來啊？阿多華，有網友問你時空色班同埋木方班幾時再開啊？木方班可以繼續報名，時空色班咧，因為我哋等夠人，你哋可以報名，但我哋開咗個方便嘅。海外嗰啲隨時可以開課嘅，啲函授好多人有人報名嘅，但香港都去喎。函授香港咧就百五折，照價百五折。咁啊，你即刻報名咧，即刻咧就有人掟講義俾你聽。但我要同你通一個電話，就教啲心法嘅。今日有人報咗名啦，咁啊最快嘅。如果唔係咧，先報名等埋齊人開班。但希望啲年輕人咧早啲學，用得著嘅。嗰、那個涉及宇宙的大秘密，我哋曾經講過法界體性力，有人問過，我又冇解。法界體性力咧就涉及嗰 scalar 嘅 wolf 同埋呢個Tesla 嗰個 energy 喺宇宙本身嘅，大家上網 search。正話我哋都要叫啲人掟咗俾啲小公司班同我分享嘅。你又看不明白什麼，是吧？看完之後隱約知道個概念，但你不太明白，因為太尖端的科技就涉及我們所有現在用的最新的科技，我們將軍事的技術放在民用的。第二個問題，那麼Doctor，你上一輯就講咗話，你啲學生係世俗中人，喺個網都仲係一個塵世嘅網入面。咁啊，Doctor有網友問你係咪喺跳咗出個網外頭啊？我係網中人，但我個網咧就用橡筋做嘅，我仲有能力咧隨時掹得開去走咗出去，再走翻入嚟得。但都唔係自由喎，可以走得甩嘅。但他們的網呢就用鐵線做的，所以他們難甩身，因為我那個網呢就用橡筋做的，他都有鬆緊，我可以走的，就爭在就說我喜歡走的時間我都還可以用力走得到，因為我有那個方法走嘛，他們沒有嘛。好了，那這個什麼方法呢？就很簡單而已，你遇到任何困難呢，你加強你的觀念呢，你真的
有個無我的觀念你就甩㗎啦。呢個係佛學最犀利的心法嚟，無我嘅屌你！只要冇存在咁啊，即係出現唔像喎。喺我哋嘅嗰個深層嘅智慧咧，就係一個空性嘅智慧啦。無我啊嘛，唔係甩得身。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係邊個，所以我哋可以咧就係做到話，譬如話。我而家仲可以坐地鐵、坐電車噶嘛？做乜唔得？咪好多人唔得噶，有啲人唔得噶，佢唔可以同你逼逼地鐵、逼電車噶。佢當自己係乜水啊嘛？佢哋會輸噶，佢哋會輸俾我哋。佢哋會輸嘅，變咗你嗰個活動空間好細，同埋你個心靈咧好細嘅，即係話咧你好多自我嘅 ego 喺度。啊，唔好意思啊，難為情啊，人哋唔知咪特別有啲娛樂界啲人咧，你同佢黐埋啲，以為你真係抽佢水噶嘛，係好壞嘅思維嚟噶嘛嗰種。嗯。但佢哋冇睇到我哋最近有啲人鋪咗我以前做工作嘅資料啦，喺度人鋪好多啦，單單都結嘢嚟噶。最難搞我譯外蒙的佛學書啊！最難搞啊！嗰得嘢越南都容易啊，但我外蒙難譯啊嘛。蒙古語，佢用蘇聯人拼蒙古話喎，屌你拗曬頭啊！點搞？點搞？會唔會又揾啲咁嘅人才去譯啊？嗰次都組織咗人70人啊，要嘥好多錢噶喎。將我哋嘅布達嘅書咧譯外蒙文啊，外蒙文係蘇聯文嚟嘅喎，但佢蘇聯人睇嗰本外蒙蘇聯文咧又唔會明喎，即係等於你法國佬睇越南文都死喎，越南文係法文拼音噶嘛，你俾本越南書佢法國佬睇咧，佢啲字母識曬，音又識曬，但就唔知佢講乜嘢嘅。屌，所以嗰陣時我譯兩個國家嘅書都難嘅。而家啲人寫中文我都睇唔明係咩嚟嘅。法國佬去加拿大，佢都睇唔明。係啊，佢睇唔到本地可變啊嘛，係啊，睇唔掂㗎，拗曬頭㗎。所以當我而家世界上兩種文字，我譯嗰啲佛經咧係最難嘅，一種越南文，一種咧就係外蒙古嘅文字。所以大家睇我啲工作咧，我係向難度挑戰嘅。嗯。啊，第二個問題。嗱，咁啊，多謝。有啲好熱心嘅網友就問啦，佢想幫手去台灣做義工，幫手做台灣嘅義工，咁有咩條件呢？唔夠條件咯，香港人。唔夠條件。要咩條件？我都係揾翻台灣義工好啲咯，因為我要嘅人才香港係冇嘅。我喺嗰方位喺台灣，我會發展一啲醫藥嘅行業，係嘛？你香港如果對醫藥有常識嘅人咧，個個都要翻工放工揾食噶嘛。要啲唔使翻工揾食嘅。我諗住我都會揾長庚醫院合作咯。嗯。因為長庚有一啲好嘅緣分啦，同自己。咁同埋台灣人咧，你用翻個本土嗰啲咁嘅人嚟合作咧，佢哋會舒服啲啦。嗯。即係佢哋嗰個對佢哋嘅尊嚴好啲啦，啊！如果你全部國內人幫你手咧，呢、這個就令到人哋或者有啲唔舒服啦。但我係還翻一段債俾台灣嘅。你幾時爭咗人錢啊？爭！我住喺個廟度成兩個月噶嘛。哦。白食噶嘛，我坐喺度，白飲白食，搞嚟搞去。又俾啲台灣人供養過自己噶嘛？百姓長老。咁我喺嗰個戒師傅百姓老和尚，佢就傳咗個菩薩戒俾我噶嘛。咁我嗰陣時做研究喺台灣，我研究嗰個佛教嘅問題啊、歷史啊。咁我台灣我又攞個空閒時間咧，就讀咗好多律法全書啦。所以我變咗有好多法律觀點咧。當年喺嗰陣時喺個廟度住咧。我係學即係一路精研一啲法律啊，嗱變咗後期我做工作對我好大幫助。咁同埋台灣嗰啲人咧係比較淳朴啦，
啊，如果你同佢冇利害衝突，即係冇生意嘅，或冇利益衝突咧，係可以交朋友嘅，可以交朋友嘅，都係有啲道義啊，同埋啲義氣啦。咁啊，我另外有一個女朋友，亦都欠咗佢一份感情。喺70年代嘅事啦，佢係台灣華視嘅一個藝員嚟嘅，但係有太太啦嘛嗰時，咁變咗話逃避咗一份感情嘅，咁啊變咗都有一段好嘅緣分啦。今時今日，咁我哋睇到台灣，佢係有一個好優秀嘅條件嘅，地方大啦，70,000多平方公里，得個2,000多萬人。只要佢將佢台灣有啲好嘅條件串連埋一齊咧，佢係可以一個落土嚟嘅，做到個模式啊，做到個模式，因為佢比日本更好嘅可以發展。但係好不幸咧，日本嘅右翼勢力咧，成日喺度搞搞震，咁啊李登輝又走去同佢勾勾搭搭，變咗會影響咗我哋嘅安全咯。不過如果你日本仔通過咗個安保條約，咁啊變咗正式做咗美國佬喺東海嘅打手啦嘛，呢個對嗰個局面咧就唔係咁穩定。啊，大陸話阿李登輝想獨咯，想搞台獨喎，點睇咧？李登輝唔係想搞台獨，呢個共產黨慢慢噏住先噶嘛。佢唔噏住先，有咩本錢去搞經費咧？佢噏完之後，跟住搞嗰啲咁嘅和平統一嗰啲組織啊，嗰啲單位個咪又要加多啲經費咯。屌你都成日呃老細嗰班友，你驚個台灣走咗去咩？你自己搞掂自己啦！你中國共產黨搞到國泰民安。啊！個個中國人咧知書識禮，搞掂曬中國咧冇假貨，係嘛？有誠信，有公正，啊！跟住搞個聯邦制，啊！俾翻台灣人有個尊嚴，有個江湖地位，係咪？唔使大羅大鼓要宣布統一噶嘛？有好多嘢都大家盡在不言中啦，啱啱啊？你更加大量嘅，你話誒國民黨、民進黨，我哋三個黨咧同共產黨輪流成個中國執政啦，屌唔撚嘢選啊！你冇咩量度啊？冇。每人執政5年，屌你！啊，呢個就威啦！中國人就屌唔撚嘢選啊！整個憲法啊，總之三個黨屌每人執政5年，自動嘅屌排隊唔撚使嗌交，唔使嘥選舉經費，係咪啊？哇！如果你做得好嘅，超過好多人投票，就要求你可以再臨創，唔好話5年唔夠嘅推行政權，起碼要8年。有一個個搞咗4、5年咧，搞到半資半咧，又要閉又搞選舉，選舉咧啲嘢停曬，第二個上場咧唔同你延續嗰個利益，所以普京係叻噶嘛，普京就要連任就咁解，即係你完成你嘅理想嘅責任，先再換人，係嘛？日本30集團咧培育上二戰期間嘅中國勞工呢樣嘢點睇咧？我想呢個係日本政府喺背後嘅策劃嘅，即係好事嚟咯。起碼佢揾民間嘅組織當賠咗疏離賠咗錢先，呢個係好事嘅。我想遲啲慢慢咧，日本政府都有一個態度咧，就要去賠第啲錢。呢個我哋覺得真係一個好嘅善意嚟嘅。因為佢日本30差唔多半政府嘅機構嚟噶嘛，喺佢哋日本做好多日本政府生意噶嘛，30成500,000個工人噶嘛，佢個組織，佢起碼行咗第一步先啦，呢個係好事嚟。第一個問題，嗱啱啊 ，Doctor， 而家越嚟越多啲騙案喎，嗱尖沙咀藥房啲黑鬼油咧就賣到成20,000蚊支啦，咁啊另外咧有電話騙案喎。話公安啊、中聯辦嘅都有喎、啊。佢哋冇認公安，冇認中聯辦，就唔好話中聯辦搞出嚟，屌你！就乜嘢都有得認喎。呢個唔公道嘅，佢哋冇認嗰單咧，我聽嗰電話。你都聽過添啊？聽過聽過，我即刻講假話咯，冇事冇事咁嘅，咁咪收線。扮假仔喎，我聽就冇事冇事，屌你，拗曬頭啦！最好啊，扮假仔。
啊，因為你咧猛講鬼話，你話你識西班牙講西班牙話，你識法文講粗咁啊，等佢流啊，係咪？佢自動收線啊，你講假話。最好的方法的真的但是 去藥房那些呢、藥房那些呢就是這個香港政府警察部責任、嗯、他衰過打劫是的衰過搶東西因為你打劫呢你不會影響香港的商譽嘛但他這樣是影響香港的商譽嘛而且據我所知道香港這些做藥行的藥房的人呢是只有幾個集團而已所以你看他們裝修招牌呢做到差不多的那檔東西他做一個集團做十檔八檔圍曬標的你走哪間都中招的那這個警察部呢就是執行得不夠力還有他法庭呢判的案子不夠重還有少少漏洞的那些人買了假東西呢走了呢又沒有證人但應該是要多些放蛇咯還有呢一定要判重的嗯、如果你影響了香港嗰個成個商業的誠信的問題嘛所以衰過打劫的那你那些議員啊、立法會啊、行政會啊、香港政府啊，瞓著覺啊嘛，係咪啊？永遠只係全部報道嘅啫嘛。要重判嘅呢、這個，我絕對贊成要重判，要不停要放蛇、嗯、啊！第二個問題，執法問題啦。咁啊 ，Doctor， 你對朱經緯警司棒打途人呢樣嘢有咩睇法咧？我睇畫面咋，佢唔係刻意打佢嘅，係擺擺官款咧，攞支指揮棒出嚟咧，逼人你掃人你快啲走嘅嗰下動作，即係我感覺佢唔係惡意打佢。但呢個唔惡意咧，都係有失身份啦。你俾人哋有個藉口，咁如果警察部應該咧就係揸證嚟做，咁你咪當佢襟緊牙收好乜都好咯，避咗個文件上個 call， 屌啦罰錢又唔影響佢退休嗰份糧嘅，但佢驚打擊士氣，但唔會打擊士嘅事實就係事實啊嘛，咪等法官判咯，500蚊簽保守行為咯，跟住食糧關人差事咁樣放蛇咬啊！或者你同翻個警司講，咪僆仔冇辦法啦，而家個社會轉咗型啦，係嘛？唯有一個了結咧，又送你上法庭告你襟緊牙收，咁撚簡單啫嘛，咩咁大件事啫？咁你又幫警察部犧牲啦，屌揾你制旗啦，係嘛？英國佬會做呢樣嘢，揾人制旗，梗係啦，屌你咩即刻停你職，與時公正啊嘛！咁你一告證咧，你就可以告埋巴唔家產嘅喎，打差人嗰啲啊重啲喎，告佢咯喎，幾好做啊！嗯、年宵大打啊，係咪啊？咪我自己人都告喎，咁我唔告你啊？火燒連環船係咪先？你唔影響食糧噶嘛？跟住佢個警司仲可以唔撚認罪噶嘛？牙飄就牙飄，搞嚟搞去，屌你，係咪啊？乜撚大件事啫？而家就係做嘢啲人係渣嘅，即係個老細咧唔敢咩飛，又唔識去疏導。啊、就算你 在警察內部，喂，呢單嘢嗱，你冇計啦，僆仔，咁啊事實人哋影咗畫面，啊，佢話只嗰支警棍咧係手臂嘅延伸，屌講呢嘢替死咩？屌你，唔通你啊揸張刀啊，我手臂嘅延伸，教剪人嚟噶嘛？而家搞到咧又話等埋發叔，等埋手啊褲，屌你嚇點會搞呢啲咁嘅嘢？共產黨回歸後簡單利落啊嘛！我唔講咩事喎，撈上法庭還你個清白，等法官判咁撚簡單。你話手臂延伸咪同個法官講咯，咁講撚都係做乜啫？係嘛？我冇動機嘅，我就潛意識，我叫行快啲，支棍指揮佢行快啲啫，掂到佢身體啊！呢、這個我唔係勾打佢咁樣，勾打佢會傷啦，成支警棍駁落去啱啱啊？係解先解得到噶嘛？咁啊，法官或者酌情權咧，係咪啊？唉，遲1500蚊啦！屌你，守行為算數一年，冇事，咁關人差事啊？不留旺地都得噶嘛？係咪啊？唔識搞嘢。屌你咩？而家渣嘢嚟噶，有啲嘢唔撚需要拗嘅。屌你咩？事實就事實啦，係咪啊？第二個問題。咁啊，其實上次都而家爽快，而家啲你睇見啲官咧，屌你乜拉拉扯扯，古靈精怪。屌你話阿伯仔同你免費維修架單車啊，送人上曲，屌你係咪？上到曲啊，俾法官鬧撚到撲街，
屌你鬧你冇食飯處理啦，冇你小心行使權力啊！佢都唔撚明白喺刑事嘅定義咧，如果你冇利益嘅話咧，好難過刑事噶嘛。佢冇利益嘅，屌你佢免費人哋架單車路邊壞咗，我免費幫我整翻佢啫。佢老母佢食飯處呢班唔啱最撲街啊嘛，咪俾個法官鬧咯，叫佢小心行使權力咯。佢又唔係做生意，又唔係成，即係我馬路見到人哋架單車甩咗碌，或者唔識整翻條單車鏈。甩咗鏈，有時啲單車鬆咗嘛，啲小朋友甩咗，咪佢有經驗同你整翻佢免費嘅，屌你有冇去拉人翻去咁啊？又浪費人手又成，又上法庭又去打報告又要上 court， 屌你有冇嘥幾多人手啊？就法官判佢都罰幾百蚊啫，你成十個八個人服侍佢，屌你邊揾錢實幾百蚊人工啫？又要嘥埋法庭時間，啲政冚家產嚟乜香港政府？屌你有冇冇腦啊？而家成班做官嗰啲。是揀軟的嚟恰啊！屌你啊！第二個問題嗱，咁啊，其實上次都講過啦，炒燈曾德成呢樣嘢係咪中央嘅秋後算帳？佢搞撚錯咗添啊！佢單車仲應該，如果呢啲好人好事咧，證明咗事實，呢、這個百事人幫人免費整單車嘅，你地區嘅議員咧，直情就喺嗰個地方啊，擺埋個一把遮度遮住佢嗱，呢度咧係免費維修處嘅，申請個特別拉伸嘅食環署批俾佢。在個單車徑附近啊，嗱，整單車嗰度啦，免費嘅。屌你都得政嚟噶嘛，啲即係政撲街嚟嗰班友。你話正話問佢嗰、那個曾德成炒曾德成係咪中央秋後算帳？點樣演繹都得㗎呢單嘢。秋後算帳得。隨意上藥就係啊，隨你點樣演繹得㗎。清理門户好掉鬼嘅，準備咧慢慢清理門户又得。嗯。準備咧串謀曾德成，嗱僆仔借你人頭一用，唔殺你話唔家產，你殺唔到公務員公務局個局長噶啦。如果淨係殺公務局公務員局長咧，就好似有震盪啦。殺埋你話唔家產，借你人頭你還咗就嚟冇得撈噶啦，有得係好吊鬼噶玩，但係我哋好難推測佢係點咁，因為你哋自己嘅諗係咩理由啦。嗱，咁啊，阿 Doctor， 咁啊，有網友咧就話知道你係密教好多個宗派嘅傳人，可唔可以講下究竟你有幾多師傅咧？我係搭單嘅啫。搭單。做研究，做研究咧，當年咧就逢係啲咩教咩教咧，我都揾個師傅噶啦。因為咧，你係冇資格去批評人啲嘢啊嘛。你在西藏有紅白黃花四大教派，白教咧有白大白小，跟住咧又有東密又有台密，係咪啊？咁我做研究咪要整個佛教咧由底抄到尾，咁啊每個宗派咧都揾個師傅啊學嘢，咁咧呢個事實嚟嘅。但搞完之後咧。我都係飲水好啦，唔好搞又檸檬茶、又咖啡、又奶茶，好啦嚇咁撚複雜。口渴咪飲水咯，你乜搞到信佛信撚都要擺幾廿萬整個壇城，屌你又乜乜文文又擺乜又擺文，屌一週時又唔記得咗擺，咪撲街。不如唔好搞啦，係嘛？咁你我可能喺我哋中國嘅禪宗不立文字添，乜嘢都冇嘅又搞掂。咁我梗係揾啲安樂啲嘅嘢嚟搞啦，唔好咁複雜啦。但我係有好多師承嘅。就算紅教法王話成個紅教嘅法本俾曬我嘅，我都唔要噶嘛，佢都惡咗言噶，佢都惡咗言噶，係好少人拒絕嘅，因為佢哋好多秘法咧唔傳出街嘅，佢要我哋乜嘢法我都俾你個法，我冇啦，我唔使咁複雜咯，佢都惡惡言，我哋做我以前個佛學會嘅名誉會長啦，我其中一個老師。好多我係跟過好多呢啲死曬咯，死曬啦！就算你當年好聞名嘅船輪金剛、卡路活佛，佢都嚟到我九龍堂去傳法俾我哋嘅，佢靜雞雞嚟添啊！後期早十年八年先至達賴喇嘛先再揾卡路寧波做嗰個活佛咧，再傳佢船輪金剛法，但學多冇用嘅。那個是貪法，你都是貪心的嘛。
我喺黎柏宇喜馬拉雅山，我接四十幾個法本喺喜馬拉雅山嗰時，接咗係點咧？你一個收唔好，所以臨到後尾離開喜馬拉雅山嗰時，啲人話去攞翻曬法本，咁啊啲師兄弟話：喂，郭師兄啊，聽日去攞法本啊，你去攞啦。喂，我唔攞啦。咁啲友話打個針，話俾個導師聽。我聖哥哥啊，瞓覺喎，唔攞法本喎，咁屌，咁啊瞓覺。我你話俾我瞓覺唔俾，瞓覺幾好啊？唔攞法本，後日都走啦，我攞嚟做乜啫？我攞翻嚟我又唔練，太多啦嘛。但我對嗰個萬法歸一好有信心啊嘛，即係我堅持收一個法門，如果我收得好嘅話，其他一樣嘅啫。即係等你日本，你坐船佢又得，坐飛機佢又得，唔理你用咩交通工具，你用得到一樣嘢成功咧就 O K 啦。咁你攞咁多花神，你又冇收，咁啊貪煩咯。有時你攞咁多嘢拎嚟同啲同門講嘅，即係演嘢啫，係冇意思嘅。所以我咧就冇用我個師承，同埋後期再做研究咧，發覺。西藏的佛教咧，唔係正統佛教嚟，佢嗰個婆羅門教的影子咧太深啦，變咗而家近代人咧，就算佢嗰啲活佛或者啲喇嘛，佢連自己學緊嗰套究竟係印度教的密宗啊，抑或係佛教的密宗咧，佢自己都唔識分啊嘛，分唔清，都分唔到。呢個係佢哋啲行家同我講嘅，我同啲喇嘛傾偈，佢哋都分唔到。他們都分不到。如果說純正的密宗呢，就是我們唐朝的東密，那個唐密，後來傳回印度，印度再回輸回給西藏。東密，即是開元三大寺，金剛智士無畏北空三藏，就是我祖師一行禅師的東密，再傳回過印度，印度再傳回過去，是這個西藏，在西域。咁啊！我哋開完三大寺嗰陣時，嗰個《金剛頂經》啦，《大日如來經》啦，東密就比較純正嘅佛教嘅密宗嚟。佢哋用嗰個天行字嘅，另外一種字母咧就字唔同。但我哋做研究咧就知少少啫，我都唔係咁精通，因為好多嘢我都冇練落去。有些嘢修練咗嘅咧，你明白咗咧又唔講嘅，即係佢萬變不離其宗。總之你打麻雀好乜都好，你誒食糊為根本，你唔好搞咁複雜嘅，你真係唔好講咁多理論。我講效果嘅，咁我後期我再研究原始佛學喺石蘭，就揾到我要揾嘅嘢啦。即係純粹喺智慧上嘅，原來佛祖講嘅方法咧。全部是提升人的智慧的，不是要人要求呢有东西保佑你什么东西，你明白了原来保佑你的那个是你自己的，只要你的智慧启发了，你的人的视野扩大了，你认识到自己那个本分来这个世界的生命的背后是什么呢，你就很有信心，就不用向外追求，即係你搞掂自己啦，咁你認識到自己，認識個宇宙啦。人咧就係小宇宙，即係宇宙所有嘅嘢咧，你個人體入邊咧全部有曬。所有宇宙嘅程式咧，就係你嘅人本身嘅運行嘅程式咧，就是大宇宙嘅程式嚟嘅，一樣。第二個問題。嗱，咁啊呢樣咧就啱啱今日聽見個網友講，個朋友講，網友講嘅，佢話咧佢屋企咧有個。長者咧就過咗身啦，啊咁就去世嗰陣咧就噴啊，今日冇擺出嚟添，噴咗你支水喎，啊咁啊即刻咧咁面色慢慢就轉到好安詳嘅，直到第二日啲醫生同埋親友見到都嚇咗一驚，因為好似瞓著覺咁，完全唔似個過咗身嘅人。噴水喉點解咁噴唔噴水喉水？第二次揾啲水喉水噴噴啊，都有幫助。嗯，點解咧？因為人突然間斷氣死咗，所以我要好科學講，唔好搞神秘。
你搞神秘咧，就變咗好多人嚟走買我支水，呢、這個又唔公道。冇咁多水。因為嗰個人死咗斷氣咧，喺個醫學上證明佢係死亡啦，冇呼吸啦，就叫死亡啦。但實際佢嗰個四大分離同埋佢個意識流離開咧，那個眼色、鼻舌身意慢慢離開人體咧，係要成幾日嘅。即是他的觸覺啊，是未走曬，最遲是個聽覺先離開，成七日嘅先走到最後的聽覺。即係話佢一死了在個幾鐘頭之內，其實他仲喺度個生命咧未停嘅嗰、那個、意識。佢會好唔開心，好敏準，想個喐唔到又聽到人講嘢。咁你有水一噴落咧，佢會感覺舒服或者清涼。咁我咪變咗咯，明唔明啊？所謂水喉水都有效咁解。咁當然你個有效有幾多成功效咧？同埋你噴嗰人或者佢個親人，佢咪覺得更加好咯？哇！原來個親人啊，俾自己帶嚟一種快感、舒服，佢咪更加安詳咯。但係啲水咧，就我曾經係我哋嗰水叫瑪雅嘅 water 啦。當年我做嗰時係經過一個特別嘅程序。咁會唔會係我一個特別程序？佢又知道之所以我做喺個心理上嗰個人咧更加舒服咧，呢、這個就真係要問翻佢啦。但佢又走咗啦，問唔到啊！你揾到嚟問佢，因為佢嗰、那個，佢試下問下。據我所知咧，佢係識我噶嘛。係咯，試下問下啦，或者會答你。但我哋根據個傳統咧，就話有啲人去到拜山咧。噴下個墓碑啦，洗乾淨啲啦，有一個好，即係嗰啲水咧係有一個係有個心意喺度嘅呢個事實。我做嗰支 Maya Water 咧係有我嘅心意嘅，一個願望喺度嘅。呢個事實有一個好嘅願望喺度，係一種願力嚟嘅。但係呢個願力究竟我起唔起到作用咧？我係唔知道，我控制唔到㗎。但喺台灣試過咧，就有朋友。見到一個佢嘅朋友嘅女咧，有粒眼瘡，醫咗成年幾兩年都好唔到。佢哋無意中之間攞個支水咧，幫佢噴咧當玩嘅。第二日咧，佢係謝咗好多，咁啊就傳開咗個咁嘅典故。另外喺台灣咧，就有一個有錢嘅太太，就入咗醫院做一啲手術啦，有病，咁咧就百無聊賴咧。即係感覺好唔舒服，咁就攞咗一個朋友仔嗰支水咧，佢自己噴，噴咗咧就有啲好特殊嘅好轉，咁咧呢個係咪撞彩咧？我哋又唔知，因為我唔中意搞神怪，因為宇宙好多神秘嘅力量咧係我哋唔知道嘅，啊！但係佢係一個曾經出現嗰啲現象。第二個問題。嗱咁啊，阿 Doctor 有網友就問：點解你推介啲年輕人去睇《帝女花》啊？嗰啲咁嘅大戲咧，咁歐冇市場噶噃。睇睇下就有噶啦。你冇人推廣咪冇咯。但你睇完《帝女花》咧，你會感覺啲文字好靚噶嘛？嗰啲歌詞啊，個劇本啊，寫嗰啲文字你學識咗，第時你寫封信用翻嗰啲字眼咧，你都會俾人感覺你有教養噶嘛。人哋話好。同埋你慢慢睇睇咧，你感覺哇，原來你個唱腔咧都唔係咁容易唱嘅喎。佢要配合個舞台走位，又要記咁多歌詞，成三個鐘頭到底要翻唔加產，唔可以錯喎，冇得 NG 嘅喎，大佬。你就唔止三個鐘。你話係咪難度好高啊？咁呢個係我哋中華文化嶺南嘅文化嚟喎。你作為香港人，你等於你睇日本仔，點解佢哋個文化咁深厚咧？佢哋保留到個能劇喺度噶嘛。所以呢個民政局咧就冇撚興噶嘛。因為由何志平開始個新光話結束啦，搞嚟搞去揾個地方，屌整個大戲院都話整唔撚掂嘅。一搞撚話西九揾下水去睇啊！屌你乜咁撚遠，冇雷公咁撚隔絕。而家睇大戲咧，得萬幾人咪就是、香港，多數都上年紀嘅。
你再不宣傳翻好好地咧，呢批人死緊咗就冇客仔睇添，仲撚大鑊。呢個真係文化嚟噶嘛？你想細路仔讀書好，你咪叫佢唱下《紫钗记》《帝女花》咯，《官柳横琴》咯。俾我哋中文嗰陣時寫兩個字，賣下書包都可以抄出嚟噶嘛？你話我咁撚叻咩？係咪啊？即係唔怕講，即係你嘅學問就喺個社會吸收翻嚟。慢慢會對詩詞嘅嗰啲好有興趣嘅。嗱，而家最推廣得粵劇做咧，就係當年啊《南海十三郎》嗰套舞台劇啦。謝君豪真係做得好，亦都係佢嘅成名作。佢都係有心人，有心人又演繹翻唐迪生、任劍輝、白雪仙嘅一段歷史，同埋喺近代嘅清朝嘅民國之後嘅呢個編劇家呢個江太史公個仔，係咪啊？謝君豪真係做得好噶嘛？咁嗰日方太陽同我講，原來謝君豪係我哋嘅聽眾嚟噶喎。係啊，成日抽你唔到喎，萬福買嘢喎。我話佢應該問下我啲資訊啊。佢成日喺國內發展啦，喺國內佢又要注意啲飲食啊。但佢係有心做好嘅舞台劇。最近做嗰套《盜墓志》舞台劇咧做得好啦，但我編劇咧就女小姐一個年輕的小姐去寫劇本，變咗唔知道盜墓志嘅歷史啊，應該謝君豪演繹得更加出色嘅，可以。即係可惜好多人咧配合佢唔到啦。咁但佢由《南海十三郎》咧帶起咗一個粵劇，俾多啲人認識。所以今晚我哋嘅中場花絮咧有套《劍雪浮生》嘅，大家都聽到任劍輝、白雪仙好聞名啦。咁點解佢哋咁聞名呢？咁如果你作為香港人，呢個係香港嘅本土文化噶嘛，咁你咪當一個舞台劇去睇啦。今晚我哋擺咗中場花絮，希望大家可以爭取睇。成日話支持本土創作咯，呢啲係早期嘅本土創作啦。係啊，陳寶珠做嘅，陳寶珠做嘅《劍雪浮生》做得幾好嘅，好落力。咁啊，梁漢威又做得好啦。咁係講成個白雪仙嘅歷史。同埋任劍輝嗰段歷史嘅出生，咁你睇到我哋嶺南喺廣東粵劇嘅文化點樣發展，你都係通識嚟噶嘛，通識嚟噶嘛。咁我哋有責任咧去維持一個傳統嘅傳統咧，你先至嗰個視野咧唔同嘅，你唔排斥任何嘢，你可以喺唔同嘅文化藝術領域咧。攞嗰啲精華嚟用噶嘛，特別喺音樂同埋喺歌劇度咧冇勾嘅，邊度有時代？因為而家大家睇到嗰啲而家咪依然係唱緊莎士比亞。係啊，喺英國啲歌劇嗰啲musical啊、opera 啊，咁你話佢勾咩？係咪啊？十九世紀好多歌劇喺做演繹緊噶嘛 ，Freedom 都做好耐啦。係咪先？唔同嗰啲好耐。所以你大家係你睇藝術咧，唔係用你呢、這個潮流嘅文化睇嘅，唔啱嘅。你個人冇進步啊，同埋好冇教養嘅。呢、這個方面鬼佬比我哋強啊。係啊，唔係佢哋研究嗰個歐洲研究我哋湯顯祖咧，係仲深奧過我哋香港人。所以我哋上一次擺咗個金石貌丹亭啦，大家睇咗值得好睇噶，好多佛理喺度喎。金石貌丹亭，如果有人睇過嘅話，呢個《劍雪浮生》今晚呢個舞台劇，大家亦都值得欣賞嘅。仲有啲咩問題？嗱，咁啊，仲係最後一條問題啦。咁就有網友就問啦，想叫個仔學啲武術防身喎，咁學邊種最好咧？武術防身啊！武術柔道啦。學三種啦，柔道、詠春、泰拳，咁啊夠噶啦，唔好咁複雜。都好多下咯喎，咁你中點長埋身又有啦，中距離又有啦，長距離有泰拳啦，啊喺個 lift 度又得，啊喺街頭又得，打到埋身啲柔道又得，咁啊最著數啦。有幫助嘅，如果學呢啲有幫助嘅。仲有啲咩花絮啊？今晚我哋今晚咩花絮介紹啊？今晚咧就有個木嘅小片啦，有個係伏爾加船夫曲，
哦，嗰、那個好聽啊！嗰、那個好聽。同埋有個嗰、那個俄羅斯嘅歌嘅。同埋個白鴿嘅魔術表演。哦，係啊，嗰、那個好睇。喂，大家有啲網友如果睇到上次我哋有輯咧，有個印度魔術啊，我都未諗到點變到咁多個人出嚟喎。我學過魔術㗎，我俾個錢去學魔術嘅。我學咗唔知幾堂嘅，唔係我直情攞幾個 course 嘅，但到而家都未諗得到。因為個箱仔點會走咁多人出嚟咧？大家諗到嘅，希望唔係喺佢個魔術手則嚟講咧，就唔可以踢爆嘅。咁唔可以踢爆啦！但係你真係冇辦法諗得到。你就算問香港啲魔術師，佢知道嘅話都唔話得俾你知。但係冇辦法諗得到。我哋早兩輯有個魔術表係印度嘅魔術，但發源地咧係印度嘅魔術係好犀利。全世界魔術的始祖就是印度，他們他這種不是叫魔術那麼簡單，應該是幻術。所以大家可以細心欣賞，特別個有時間的不妨禮拜六明晚或者禮拜六晚禮拜五晚看一套《劍雪浮生》，看回我們任劍輝白雪仙的歷史，值得看的，挺好看的，挺好看的，時間都成兩個多小時。好啊，今日嘅節目完畢，下個禮拜繼續。下個禮拜繼續。